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那现在要进行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环保署主管预算，就是公务预算及基金预算案的审查。那本日的审查预算是以公务的部分税入科目以项为处理单位，税出科目以目为处理单位。那本会委员如对该提案有询问或补充说明，以3分钟为原则。那提案委员不在场，该提案先予保留。是全部审查完毕进行第二轮时，如能不在场，该提案就不予处理。那无提案的部分预算照列，提案若改为主决议，最后一并宣读。这是依照我们过去未还的一个审查预算的一个惯例来处理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来先审查这个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环保署主管预算公务预算的部分案哈，请昨天已经请议事人员宣读完这个预算的相关科目及提案了啊。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开始审查。好，那我们就从第一案来开始啊，请大家看一下第一案是税入的部分。对，第一案黄秀芳委员还没在路上了呀。第一案是黄秀芳委员跟陈一鸣委员哈，针对税入的部分，好，有关罚金罚还的部分，原列数是1300万，那黄秀芳委员建议要增列1000万，那陈一鸣委员建议要增加650万，好，要不要？税入的部分来，招委各位委员，那我想陈委员提到我是这个环球度假总队总队长，那陈委员提到这一个我们罚金罚款的税入预算要增加这个650万元，那我想我们在这一个打击环保犯罪或是这个不法的这种稽查，我想我们环保单位是不遗余力的在进行，但是在因为这个要采罚的这种金额的部分呢是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要投入的这个人力时间要很精准才可以达成，所以我想这个案子我想我们敬佩这个委员的这个提案，那我们是建议是不是可以稍微下修大概增加500万元这样的一个额度敬请这个我们委员会这边来支持。可以吗？可以哈。那是不是就增加500，增列500？好，好。我们秀芳委员，我们就并案审查了哈。好，来，我们这一案、第一案、第二案，我们就是增加为增列啊500万哈。好，那接下来是也是陈一鸣委员的一个提案，有关一般赔偿收入的部分，希望能够增列99万。行政机关要不要说明？好。环保署会计室主任骆慧晶，那这个案子我们遵照办理。好，那就是增列99万。那接下来是税出的部分，税出的部分，洪慈庸委员到了哈，洪委员提到的这个委办费用，希望减列10%，冻结10%。行政部门有没有要说明？监支处的销售的。好。各位委员早安。对于委办费的部分，我们监测资讯处看起来是编列了蛮多的委办费用，那主要就是我们的监测站网的维护，然后它的 QAQC 等等哈，所以我们这边需要蛮多的外包厂商来协助。那同时我想我们
特别需要提到的就是因为这些监测的资讯然后把它汇整收集，必须要有大量的设备和人力来帮忙，所以我们的委办费用是必须的。那这边对于我们监测资讯处委办费的情形，希望能够给我们支持，我们也会努力的让我们的测值能够完整的表现出来。谢谢。是，那你建议是全数保留啊？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全数保留。洪委员可以吗？不行。维持原列数。维持原列数。维持原列数。主席好，还有洪委员，我们各位委员先进啊，大家早。因为这个监资处好，昨天大家也都在注意到说，这个监测的资讯啊的一个准确度好。一个透明度、及时度，哈，因为现在真的是整个民众啊，整个社会对这样的一个空气品质的，这个资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关切，哈，所以是不是这个如果说能够，我们希望能够安排委员了，哈，还是说必要的时候我们定期的，啊，向我们委员会来报告整个的系统的维修以及。工作的一个进度，我们希望能够以这个方式啊，用绩效工作绩效的考核来回应我们委员的一个监督，而不是用那个费用的这样的一个删减。因为环保署真的是预算已经够少了，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关系我们国民的健康，这一点呢，是不是请洪委员多多支持啊？以上谢谢。洪委员这边。减列一半更多哎，减列我现在的一半哦，三二十分之一就对了，5%，减5%。委员不好意思，像刚刚讲到我们的。资讯的话全部都会把它展现在网页上，让大家都可以用。那其实这边的委办费除了我们的以外是全属有关的委办费，所以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能够留下来，就是说这些经费都能够运用。好，对，那个环保署是希望不要减列，是不是冻结十分之一，让他们能够执行啦？因为预算已经够少了，委办费用都是实质上要去对外委托的，不晓得洪委员。你。哎。是。洪委员还没点头，哎，好，那就我们先保留哈，好，好，那接下来是5、6、7、8，都有关于这个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那原列数是1,237,000元，那杨耀委员建议减列。100万，然后黄秀芳委员建议减列50万，李彦秀委员减列20万，冻结这个857,000，然后吴怡晴委员这边是建议有两个小案小钱36万，嘿，删除，嘿，来这个来。行政部门说明啊。是啊，赵伟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好哈。那么，环保署在明年度编了1,237,000元的大陆旅费呢，最主要是有6个计划啦。那因为其实两岸的这个关系哈，环境的互相影响非常的这个密切哈。还是有需要跟陆方这边要来做一些协商哈，比如说像这边提到的海漂垃圾，其实在去年我们有跟
陆方的国家海洋局已经有协调好呢，就是 福建的五个城市跟台湾的金门下，这个金门连江啊，能够联合，然后来做一些的海漂垃圾的这个清除的工作哈，所以持续的协商，我想是必要的哈，是不是能够请委员这边来支持？那么比如说两岸的空气的互相的影响等等这些呢，都需要去做一些协商。所以是不是可不可以不要减列哈，能够来维持这样的一个费用？嗯，好，是，秀芳委员，还有李彦秀委员，没有哦，李彦。是，所以，好。我给你的，赵委员、郭委员还有黄委员哈，真的是叶处长所讲啊，和大陆之间的一个协商，当然在高层现在是有困难。好，那昨天也部委员说这个部分应该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协商，因为空气也互相影响。好，那个德翔台北，不是德翔台北，这一艘叫做这个港泰台轮，这个台中号，对，也是一样，在这个金门啊已经停了，大概从几月到现在好几个月了哈，这中间都一直在沟通协调哈。那海漂垃圾，福州到这个马祖哈，厦门到金门，垃圾都漂从这个地方来，甚至澎湖。陈县长也跟我讲，从那边都飘过来，啊，这集呢，那波台集都不可能去，阿没浪费，还是缴，告诉还是缴库，绝对不会浪费。这个地方不是说随便就可以去的，哈、哦，这个都要报，署长同意才能够去，这样的一个协商。第二个，现在他们也都有一定的程度，不敢随便见面协商，所以这个部分在很多主客观的条件，哈、哦，其实是不会造成浪费。好，我们绝对是有代志哈，而且大家谈好会积极来处理这些环保的议题哈，这一点一定请委员们能够支持，他绝对不会浪费。谢谢。好，李署长的说明就是跟大陆地区不是去开会哈，而是做这个相关的环境的协商了哈，协调了哈，这个也是我们对海漂垃圾大概都有一些要共同处理，还有空气的问题要处理的哈，所以这部分好，刚我从这个议事处那边得到是杨耀伟他撤案了哈，这个案子他撤案，好，所以我们我这边也还好，嘿，也可以撤案。那请问，秀芳委员，可以吗？让他保留，因为这是跟我们邻近的垃圾的处理、空污的处理都要做一些协商，好，不是去参加会议那种形式的啦，嘿。可以吗？他助理来了，麻烦你向每一个案子落地，我两委员要撤，我要接受多少？你要说，我们是全部都授权给那个卫星。哇，可是你写的不是没有新的东西给我们？我们不是全部都有签，不是，但是你要给了做东西。谢谢。
那个在现场现在他现在在改，是暗号跟他们送来的号码，对对，好，那也是。所以只要他们给我们这张上面是什么，都没有意见，他们口头讲的就是。好嘞，我们先好，李彦秀委员也到了哈，就是我们现在在处理五六七八，好，有关那个大陆理会的部分。当然这件事情哦，对于金门，像昨天我已经质询过这件事情，我知道环保署还在积极处理当中哦，但是我不知道处理的成效会如何，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未知数。那以我们现在跟两岸的关系，靠民间，我有靠官方，我恐怕我不能有太多乐观的期待哦。那但是我仍旧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去处理，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先冻结一段时间哦。那后续再，我可以同意不要删除，先冻结，好不好？冻结一半哦，冻结50万。你的部分是冻，他本来是冻结，冻结是哦，冻结85万。那个我的东西给我一下，笑阳。太多了一点。报告主席，我说明一下。好，来，李委员，是不是给你说明一下？那个李委员哈，刚说这个有关这个我们这个金门这一台船呐、处理的成效怎么样？其实金门这一台船哈，每一次有一滴油出来。马上就处理，这包括那个船舱破了那么多次，每一次台风来都破孔，都处理了哈、哦。而且我们也透过金门县政府，我们航港局也一直都在沟通。好，所以这个真的是署长，我们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谢谢，因为我在预算很多、谢谢。这样子好了啦，我都改冻结，把简历的部分都改冻结、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是100万左右。哎、他就刚好100万，123万而已哎。用几分之几来讲啊？好不好？一半，那就一半，一半，那用二分之一。我觉得可以沟通，你这件事情积极处理，我看你有成效之后，我们再来后续再来解冻。好，那个秀芳委员，刚刚李彦秀委员这个案子是冻二分之一，是不是不减列，然后也一样一并来处理？好，冻二分之一可以吗？好，就四案一起了哈。杨耀已经撤了，我的也撤了哈，我的也撤案好了。好，剩下这两个六案和七案就合并动二分之一。好，会消防委员 OK 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处理第9、第10、第11、12案有关这个出国计划派员出国计划的部分。有刘建国委员、洪慈庸委员、跟黄秀芳委员、跟杨耀委员。好，有要每个都念吗？不需要了哈，已经念过了哈。好，那这个部分行政部门有没有要说明的？哦，杨耀文撤案了是不是？好。谢谢主席哈，也谢谢委员给我们环保署这个出国旅费这一部分的一个指教。那环保署今年编的费用啊，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出国的费用当然都是依照我们的按实际的人数跟实际的天数，那还有我们去执行我们相关的出国计划，包括我们参加 APEC 的会议、参加 WTO 的会议、参加斯德哥尔摩甚至巴塞尔公约等等的会议啊，这是每年固定都在执行的哈、啊。那我想环保外交是比其他的外交比较好谈的一个部分哈、啊。那过去几年来，大概环保署大概派员去参加国际会议都有很好的成效。那今年因为可能有一些的状况有在被相关的国家给阻碍哈，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一定要踏出去，如果不踏出去的话，永远是被人家打压的哈。所以我们希望委员给我们支持署里面的出国预算，况且我们的出国预算真的是。在最精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去做最大的一个效益，请委员支持。以上说明。好，那洪慈庸委员这个部分，您建议是减列100万，可以不减列吗？好的，现在行政部门希望不要减列，他们要出国，这个用冻结的方式。
不要简略用冻结的方式来盯他们的进度。看样子都还没说服大家。安尼，对，夹。我们如果还没讨论好，我们就先保留到下一案再处理，好吗？好，好，因为行政部门是希望比较简略啦，因为出国是参加国际的相关会议。那是如果能够改成冻结案，那大家共同来监督这个哈。赵伟各位委员哈，真的环保外交啊，是我们现在可以着力的哈，少数的项目啊，对国际有诉求。比如说昨天有报告，东南亚国家在前天来参加水污染的执法的，就有15个啊国家。大概主要的东南亚国家都参加了哈，那么现在相关的循环经济或者是这个气候变迁的相关的议题，几乎欧洲的国家，甚至在我还没有上任还是我们立法委员的时候啊，德国、丹麦、英国还有美国都来和我们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议题。好，而这个议题呢，包括现在我们中美洲的邦交国家啊，最近我们很多的这个外交部安排很多的。我们友邦的朋友来，都来这个环保署交换这个意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会很努力啊。如果说冻结一部分啊，到时候向委员们报告这个绩效啊，然后再继续来努力，好不好？谢谢。好，再询问一次啊，洪慈雄委员还有黄秀芳委员，可以改冻结吗？啊，如果报告赵委员，那个詹富和大家协调说，就是全部减50万，但是不要冻结。哦，这样也可以了。50万是是，那我们就是遵结，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很好。好，报告主席，就再补充说明，就是说，由那个出国经费里面，我们自行来匀资来扣除那50万元这样子，嗯、是，好，是，谢谢，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刚9、10、11、12号就减列50万哈。他们的项目由你们自己自行调整。好，那接下来是处理13、14、15有关科技发展的部分。原列预算是9548万4000元啊。那这边有黄秀芳委员、杨耀委员以及陈一鸣委员啊，各有简列数跟冻结数。杨耀建议是要简列600万。有没有？其他都同意你们，就是你们这边给我们的是200万，减600万。你们刚给我们的就是减600万。来来，好，来这个有黄秀芳委员有简列跟冻结哈，那。杨耀委员，我们再确认一下他冻结数啊。陈一鸣委员是减列100万，然后冻结2000万。好，好，我们科技部门有要说明吗？科技发展的部分。谢谢主席，也谢谢各位委员给我们指导啊。那这个科技计划，其实我们在每年的这106年的部分是在105年的部分也报科技部。的科技办公室来审议哈，那署里面也针对我们署里面要提的科技计划，我们自己署里面内部也进行一个审议的工作，那审议完之后再报科技部的科技办公室来做最后的一个复审哈。那我们这次106年做的计划有包括环境纳米的科技平台，那还有噪音管制非游离辐射室内的长期监测，还有我们现在目前关心的大气悬浮为例的一个组成开发应用，
还有细悬浮微粒的一个鉴定，甚至还有刚才署长讲的水质污染感测的物联网一个运用计划等等啊，那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民众他的身心健康跟居住的健康的品质安全有关系，所以我们署里面当初在提报这个科技计划的时候，都是以民众的身心健康跟环境的品质为最主要的优先考量哈，所以我们经过署里面严格的审讯之后，再报科技部来复审，那也获得科技部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委员给我们科技计划的部分哈，我们目前有六项科技计划可以给我们大力的支持。以上说明。好，也请问下这个科技计划，也就是已经争取到相关的预算，是不是？各位委员，是科技部给予核定的额度，是。好，所以这个金额是科技部已经核定给你给环保署的一个金额，是不是？是的。好，所以是建议不要删减，因为这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钱。是，也跟委员报，因为我们在执行完之后，明年就是在今年执行完之后，会在明年会把这个执行的概况跟成果都放在网站上。那科技部我会有 KPI 的指的一个管考一个进度。以上说明。好，各位经过环保署的一个说明啊，这个有关科技发展的部分是争取科技部的这个研究费用呢哈，所以好不容易争取到的9500多万，是不是让他们能够执行哈，而不是？这个部分有秀芳委员，还有杨耀委员，还有陈一鸣委员，杨耀委员撤案了，是不是？好，来那个陈一鸣委员要补充来。谢谢啊，我是觉得你们的那个科技计划，好像在2014年度。你们执行率还不到一半嘛？好，剩余才超过一半，你剩余的比例甚至高达2574万，啊，你的决算数是2574万，你现在要申请9548万呢？你之前2014年度不过才2574万，那现在就膨胀了3倍，将近4倍，从2574万现变成9548万。当初的执行率剩余比率是45.863%，显示你们在预算的边上面是宽裂，而且你们执行的成效非常的差。报告委员哈，因为我们科技计划是由各业务处来执行的哈，那执行的情况，我希望容许我由各业务处的处长来做一个说明。你是代表什么？报告委员，我是科技。就是永续发展是负责一个科技计划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争取计划之后，就是由各业务处来这边来执行。不是啊，可是你是 coordinator 是不是？我那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执行很差，你要解释啊。是，那为什么会执行那么差？是，剩余45.63%，剩余数这么多，是2000多万的预算，剩余了将近1000多万，你现在又要跟我申请9548万。这份我是空保处的处长哈，蔡宏德哈。这个在2014年的一个科技预算总共是4734万，然后剩余是2160万。那这边最主要的比较大宗的部分是有一笔是叫做是跟卫福部合办的一个5000万的计划，我们环保署负责的部分是2000万的一个悬浮微粒的一个调查的计划。2014年是第一年。对，第一年要开始的时候，因为跟卫福部之间的一个沟通哈，还是有些问题哈。这卫福部想做的是一些自动的东西哈，那自动的东西那个是那个设备蛮贵的哈，所以在第一年在这边实际上是到后来大家就这边沟通到后来有些问题，所以就是没办法执行嘛，对不对？没有，到了第二年就105，就今年的话，这一部分大概是已经沟通好了，就卫福部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自动监测的部分，我们就已经有仪器可以帮忙测。那应该是由他那边去编，为什么由你这边来编呢？因为我们是这样分的，就是说有关人体的部分，人体的那个的一个剂量反应的部分，就由卫福部那边编3000万。那2000万的部分是由我们去做悬浮微粒的一个调查。那悬浮微粒的调查现在105年已经开始在展开的哈，所以这个是属于延续性的计划。好，那你可以告诉我一下，你为什么现在这次又需要膨胀经费到9000多万？你去年是多少？上一年度是多少？应该是
这一次增加的哈，其实这次增加最主要是在你上一年度是多少？上一零五年度一零五是多少？啊，我今年度比去年增加了4500万。对呀、啊，所以你从4000多万变成9000多万呐、啊，你等于 double 嘛？对对对，这部分最主要增加。我觉得这样子有点腐烂了。现在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财政是非常的困窘了。对，我说你们除非有什么样的 mission， 否则的话，或者是有一些延续性的计划，有多少是延续性的计划？就是。这一次新增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那个叫做环境感测物联网的一个研发计划。因为物联网的研发计划，物联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啊？物联网那个环境感测的部分跟我们有关系。物联网是那个亚洲矽谷吗？对，它是可以跟亚洲矽谷连接，但是那应该是亚洲矽谷去编，那为什么编到你们这边来呢？在环境领域的物联网的部分是我们这边在编的。我知道，但是亚洲矽谷另外各部会都有编预算，已经全部放到。科发基金放到科技部在统筹的部分去了嘛？为什么又要在另外再生出一个这个东西来呢？没有，亚洲矽谷已经有那个5+2已经有100亿的预算在那边了嘛？这部分还是它实际上是整个是汇整在一起的啦。好、啊，会用在一起。啊，陈委员是不是容我哈？因为陈委员对科技非常了解，我相信说明之后啊，陈委员可以来协助来支持哈。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在全国设10200个 IOT 的这样的空气品质的监测，可以随时到我们的网站，然后分析之后，然后发布在我们的网站，让全国民众每一个县市，甚至可以到几乎是每一个村里啊，哦，几乎到每一个村里，所以整个台湾的空气的分布，这个那这件事情是因为它是 Internet of Things。所以，之所以还物联亚洲矽谷是亚洲矽谷是整个科技计划的一部分啊。我们这部分也是向科技部来做，完全是针对这个部分。一个是你电脑要扩充，第二个各地要去设站。好、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水设站是本来就已经都已经有设站的嘛，不是吗？那不够，因为譬如说我们中央的部分就是76个站，还有地方的县市卫生局环保局的站。这个不是科技计划、啊。这种怎么算科技计划？设这个 monitor 这种东西怎么是科技计划？ monitor 之前的一个我们整个的 IOT 的概念，就是说包括你的冰箱的温度的控制，在外面就可以控制啊、哦，灯光的这个使用的量，类似这些都是现在一些新的科技的做法。没有没有，你如果是要设置这个站这个点，你就是你应该是要用你的业务费去设置。但是如果你是科技计划，你就是必须是用科技的精神去做研究发展。这个部分两边应该要切割开来。对对对，我想这样好吧？我请蔡处长，你业务费详细报告，你又把它放到你的科技预算里，因为是一下子膨胀了一倍，从4000多万变成9000多万。因为 IOT 的使用 ，IOT 的支持这样子的东西，给陈委员报告，陈教授，因为 IOT 是起码加在开戏嘛。所以它也兼有运用到这个我们这个环保的业务，这个是第一个大的项目，所以是也有一种类似新设的计划，新的计划也有一点点带有研究的性质，也带有一点试验的性质，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他才拿从科技部那边拿到这个预算过来。我们的业务会说，你知道系统被硬了，系统被其实是收回保回国防部出来都不啊，卫福部也不会怎么。6000多亿健保预算不到他的业务费有48亿，你现在这个编入什么总预算？总预算，环保署总预算才48亿，根本都不行啊！啊，所以我们家可以把各个研究计划提清。但是你不能这样子，这个不是科技计划嘛？你要设置这个东西，怎么是科技计划呢？我跟你要报告一下，过拆开来。对对对，你这样是两个是拆开的，成章案度这样子。两个是拆开的，一个是部件的，是部件的。那这样子，那这个是属于科技的，这个是要做研发的，是水质感测物联网。那我们世界还没有这种东西。好，那就是冻结1000万好了，好。冻结1000万是不是？是好，谢谢。邱王委员可以吗？这个部分您也是冻结1000万。对啊，冻结1000万，你还有8000多万，已经比去年好多了3-4千万的嘞。好，来我们就这样拜托，哎，要共体时间一下，哎，拜托。好，谢谢文支持，是。好，冻结1000万啊，13、14、15啊，14那个对那个杨耀文撤案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刘建国委员的提案。刘建国委员，等一下才过来，我们先保留哈。好，哎，然后
是，他说他十点多来再处理他的。Okay, 嘿，我保哎，好，第二轮他才处理。嘿，他有跟我提。好，那再来是林淑芬委员的提案，就一般行政的部分要冻结人事，不含人事费用冻结二分之一。这个行政部门有没有说明？赵经理哈，各位委员，大家早哈。我想，因为这次那个要这个冻结案的话，是包括因为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之创新规划、移动污染源改善方案、温检基金十点之税入方案及总量管制、塑胶微粒的管制啊。那我想，因为第一个是其他会管处嘛，那我也跟委员报告了，有关这个底渣方面的话，不管是从这个进料的分类啦，或是那个。本身这个再利用机构的制程，那机关的这个查核，或是未来这个资源化产品的这种管理的话，我想目前环保署一直在进行中，然后因为这种上市委员执教之后，我想我们的陆续哦在改进中哦，那也希望能够在因为后面的很多案子都提到这个议题嘛，那也希望我们给我们一个哦有这个预算哦来做一个执行。那至于有关这个柔珠方面的话，因为昨天署长也特别提到嘛，我们目前提出了草案的话，那署长说可能会提前这个半年到一年嘛，那我想我们就往这个方向来规划。以上是会管处的说明。好，张副署长要再说明一下。好，针对刚刚那个，就说林淑芬委员提案冻结有关三个项目。就是有局三大面向那个，我觉得我们那个处理还不够的部分，我想这一部分其中有一些是我督导，有一些虽然不是我督导业务，但是原则上就是说针对这个如何底渣再利用的部分，我们署内会处理一个专案，如何让它尤其是这个流向的那个严格的那个监控的部分，我们会再研议一个创新的做法，再跟那个委员报告。那有关基金十年减量跟移动污染改善方案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们都会专责的再来处理。那我想会尽快的把如何去有一个具体可以改善的做法，再跟委员报告。那这部分是不是可以拜托委员，就是说，因为二分之一可能一下子就会涉及到实际的那个行政业务，可不可以就是说，把它那个就是那个减，就是可不可以不要那个减为那个冻结十分之一？冻结十分之一，他们建议来淑芬委员。署长，事实上呢，省预算了、本席的提案量非常非常的少。那原因何在呢？因为呢，把业务费减列了，业务单位可以少做，事不关己，所以啊，减列业务费也没有用。冻结呢，冻结业务费也没有用，因为啊，冻结到最后一定会解冻，没有不解冻的。到最后呢？大概行政部门啦，都一直在讲说啊，这个非做不可，非要不可。我们在讲说，这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事实上呢，都没有这样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了。那但是我今天提的案子这么少的状况啊，为什么特别讲这几件事情？是因为我一再一再的强调，冻结预算不是目的，冻结预算是一种手段。这个手段要做的是希望我们新的署长带领的新的团队应该要能够有新的改革。那环保署里面呢、最核心的业务里面就是这个环境污染的上游管理、源头管理。那底渣再利用就是环保署，台湾大概三渣大概是成为台湾最头痛的环境污染。一个是转炉石，一个是炉渣，电弧炉炉渣，再一个就是自己环保署业务所管焚化炉烧完没得去没去化管道的底渣。而处长自己也知道，一个合法的应承运了跨了六县市的焚化炉的底渣，结果伪造文书乱丢，丢到现在检察官在边那边查，结果号称三级品管的底渣流向追踪都破功，都是假的，都还变成伪造文书，然后让检察官查办。那环保团体跟我们也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你们说底渣管理有问题，所有的三家里面
底渣是一般费，管理有问题，罚则太轻，没什么法律的管制能力。然后塑胶为例，处长你都还骗署长，韩国今年可以，今年九月才通过2018就可以，你还骗处长，还要18个月，这个都是借口。那我如果讲到詹富你的业务主管事项啊，温检，为什么特别把温检？因为那不是基，那是基金，但我现在一并说，是因为温检，温检更离谱。这一笔温检基金的来源是来自于空屋基金，而温检基金立法的时候，我们也有10年落日条款。为什么当初我一定踩着10年要落日？因为不公平，空屋6种温检气体并不在空屋费的课和课的课费的这个事项里面，你排放了温检气体却不用缴空屋费，结果人家排放空屋的人要缴空屋费，结果你再从空屋费里面挪用拨到温检基金来，这个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只能是权宜之计，然后也不公平。然后再回过头来，温检署长，你一直请求国际社会让我们去这个参加这个 COP21，22，OK， 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说能够让台湾参加。可是呢，我们到底有什么对国际社会愿意进的一个诚意展现的地方？不是通过一个温检法，而是要实质能够达到温室气体减量。而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啊，最要紧的落实就是总量管制，然后要合配，有偿合配，不是去碳交易，也不是去什么种树而已。我们要的是实质的减量，那当然要有总量管制开始。可是问你们说，已经这样子一过就2年了，10年很容易过，那你这10年你未来具体时程你要怎么讨论到总量管制合配的问题，你盘点什么时候要结束，这一些都很具体，叫你们提出来讨论，你们通通都没有。所以我才觉得说，其实 署长老实说，对你们很 OK， 因为我们是扣除人事费用了。以前魏国彦署长在的时候是没有扣除人事费用的，到最后还说优先，他都是扣我的，现在我都不用，都让你们人事费用保留。但是呢，事不关己的或是业务费用减列的，那都跟公务人员无关，该供嘛不爱盖，该供嘛不爱盖。啊，起码只有几条一般行政堂和跟公务人员直接有相关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冻结1/2扣除人事费，不多。但是呢，如果署长带领的环保署愿意真的卖虚与委蛇，算以审预算的时候才在乎这件事情，才口头上说在乎，审完就没有了。我这几年来这里，我本来是教育委员会的，为什么换到环保委员会来？因为就看到说这种事情怎么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换到这里来，第一年来被骗，第二年来被骗，第三年来被骗，第四年了，我不能再被骗了。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改革，而这个改革是新政府上台会给人民不同的气象的，所以我是愿意减少这个冻结数1/4啊，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好，不含人事费用哈，冻结1/4。这位主席是不是等我再做补充说明？这个我想首先就是有关那个温检10年基金的部分，因为它法去年通过之后，其实接下来因为有差不多至少有25个以上的执法要订定，那我可以很负责任跟那个委员报告，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那个主要是那个能源部门的那个盘查这一部分，270几家的那个盘查已经盘查完毕，它已经占了我们二氧化碳的那个工业部门的排放量已经高达差不多将近90%。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已经会转，接下来会进入去住商部门跟运输部门的那个盘查。工业部门呢？对，工业部门刚刚讲我们盘查277家，已经占了工业部门碳排放量的差不多将近90%。那再下来就是那个成本很高，效益不大，所以我们就说
把另外一个重要的排那个温室气体排放源，就是运输跟住商部门，我们会接下来就是这一年要去做的事情。对，我们要看你具体时程。等下温点基金，你再问从空屋基金拿，十年落日之前，你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个裁员？是，这就是我跟那个具体减量期程，我们在今年年底就会正式的对外宣布。那总量管制会在明年那个正式的，就是说把那个其他的架构配做好之后，就会上路实施。那其实要总量管制出来之后，接下来有那个交易的制度之后，那个基金的其他的收入，就是说就可以摆脱不要用单纯的公务预算的拨补，或者用空屋基金的拨补，可要到那个地方，那个基金才有可以比较有明显的有。直接从透过碳减碳跟碳交易的那个制度来拨补，那这部分税还是要请那个委员见谅。那有关抵诈的部分，这次的今天这一期的新新闻好像报得非常的大。那我想我们会坦诚说，过去确实有它的漏洞，那我们会积极的把这些漏洞补起来。所以还是要那个判请委员，就是说那个冻结的幅度可以不要那么高，是不是可以再往下降？哦，拜托。好，署长，来报告一下。这个在这个有关这个行政院在这个年底之前会核定这两百个具体的行动方案，好，那行动方案你说温检，对对，温检哪一个部位要做什么事情，这两百个案子已经汇集了啊，已经跨部会沟通了，现在报到院，所以包括这个十个执法，张富起差不多给每年摆动的回去执法的审查会议。包括这个第十一条的那个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现在都正式在开了啊，那个作业准则在。这些处理都超能够会，那去年的选举虽然法制去年通过，其实是一直到今年初才开始真的开始在叮当，而且要在每个月每礼拜因为得两礼拜写材料，全部都一起处理啊，包括环评的改革也是讲讲的处理，已经够较散起来，拜托，冻结者真正不是无咧做啊，底渣你问阮只同事，用各种方法去检讨，是阮啊，包括乌多的代志，嘛讲是乌多的代志。扮演什么角色？吼、哦，啊是不是垄断？啊是安怎？各种的问题拢在系统化在检查。啊，当然即卖是高雄、桃园、台中、台南，拢管起家己本身内部的话在处理啊，吼、哦。而且阮也过下面来计较。这个是从制度面就是问题的。对的，都是从制度面要改。不是个案，都是制度面出问题的。我都是从制度面，就是两三个个案来之后，我一定要求制度面。安尼哦，五分之一。吼、哦，你这足可怜嘞，这散卖嘞八分之一啦。八我输个七个这个八分之一，对了，至少可以维持八个月嘛，对不对？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八分之一，好，谢谢，谢谢。好，来第十七案啊、哦，不含人事费用冻结八分之一哈。好，这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十八案，洪慈庸委员对一般行政设备跟投资的部分，七十九万一千。建议减列30万，撤案哈，好，谢谢。好，那接下来是十九案，杨耀委员是改主决议，好，来20案是杨耀委员也撤案了，好，我们进行到21案，这个是黄秀芳委员有关这个委办费的部分，好。好，减列60万，好，不用冻结哈。好，减列60万，好，这没问题了哈。那在22案，洪慈庸委员有关奖补助费，620万，建议减列300万。来，这个有没有共识？还是你们要上行政部门要上来说明？是主席还有委员。那我是中计处，待会的都一样吗？中计处处长刘忠勇。22。那有关荒委员这个提案哈，因为这个提案主要是我们这个补奖补助费是要补助民间团体，当然还有一些私校。那全部的额度只有620万，其实额度本来就不高了。那我是是不是可以麻烦委员给我支持？不需要删的实在太多了，那个民间团体需要很多经费的资源，那只要删的话会影响一些民间团体的申请啊。所以以上报告。对，都需要很多民间团体需要跟环保署申请环保相关的补助，是不是可以请委员支持？来，
你建议要减列，或是是不是可以不用减列？因为这我们跟补助民间团体，我们比较多的资源跟民间团体合作，这是我们期盼的啦。我想跟我所以。也有一些是工种，好，工种的今年不补助，好，工种我从来不知道，在这样讲，工种有能力的不用补助了哈。河川巡守队，哈，地方的这资源回收站。他说出了工种还有谁？就工种好不好？工种那个部分算多少？不然那个部分就删了，好不好？如果说委员有这样指教，你的补助现在已经定给要给谁了吗？不对吧？没有，还没嘛，只是说，哎呀，不，因为是。看有能力的人，我们就可以考虑了哈。我们这都是，第二每一个民间团体都是在共同是义工在做了。嗯。好了，一起多多这样。工种每年好像20万。哦。好了，你的工种的部分哈，工种的部分我来讲哈，讲歹势今年我多。好，对了对了哈，哎，美女了美女哈，好，工种我同意了，好不好？工种删掉，好就这样。啊，其他的弱势团体拜托了哈，谢谢哈，谢谢。那使用洪委员怎么样？20万，刚刚说20万，他刚刚说20万，我听到是20万，嘿，减150啊？民间团体，你减了他们拿不到钱。补助了哪些单位？来说明一下，嘿，因为那个表没有带，不过刚刚林委员提到没错，有时候是工种，然后还有一些中华民国环境工程学会、环境修学会相关的商种，我们应该工种，应该主要是工种啊，工种最近两年都有补助，我们的表单上有这样显示，没错，我想这个名单宏伟那边我们有提供啦，是这样子，嗯。经常拉大便，我要帮他擦屁股。好，这样。宏伟啊，多少？减150，可以吗？回去自己检讨，用减150，你回去自己检讨。100块，还是用冻结呢？减150，冻结100，冻结100了，可不可以用冻结的方式了？我们明年补350冻100。好吧，好了，350，那个委员350又不要动了吧？350，我想厘清一下，工种明年的钱不一定会有啊。大家若有决议，他就不会给他了啦，所以是会可以补其他的团体啦，应该是这样的概念。因为明年的预算应该还没有说要补给谁，没有指定啦，应该还没有到指定这个情况，只是说我们这笔钱就确定不再补助给工种啦，哈，对，所以就减20万，或是减。陈华，减50万，好不好？卖冻结，可以吗？红，好，对，好，减列50，好不好？可以，洪委员，减列50啦。好，减50万哦，好，不冻结，好，那请遵节使用了哈。那对有钱的团体就不要再补了哈。好，来，接下来是23、24、25，是整个综合计划里面的影响，环境影响评估的部分，有2127万4000。那这边有钟孔照委员的提案，还有蒋万安委员的提案，还有陈颖委员的提案，好，各有不同的冻结数跟减列数，好，不晓得，行政部门要不要上来说明？有关钟委员提案的部分，哈，我们的说明已经跟委员办公室提到，因为这个是环境影响评估审查所需的相关费用。是。那包括立法院有决议说委托第三方公证团体审查，所以都是相关必要的费用。那有跟中委员办公室有提过了，那是不是可以同意不减跟不动啊？以上报告。所以中委员同意吗？我没有跟中委员办公室提说明啊，我们是希望中委员办公室可以不动跟不删还是。中委员不在。那中委来，中委员因为不在哈，那其他蒋万安蒋委员，蒋委员这边有蒋委员他30万元的部分，那这个我没有意见了。减列减列10万块，十万 ，OK， 好，你们觉得 OK 好？是。那陈颖委员这边，陈颖委员因为昨天陈委员有提到，陈颖委员不是刚在吗？有在好，昨天已经有提供那个矿业有关的资讯，那有是不是这个部分可以建议改为主决议的方式处理？是。来，你要说明好，来，请
其实你昨天给我那资料，你是在糊弄我啦，那不是我要的，不是，不是你。对啊，你要不给我还好，你给了我就觉得很不负责任。因为我们是要看你昨天给我那一份，我要的是要你们做的是八十三年前这些都没有，这些已经可以开采的这些矿，它到期之后，这许可到期之后。你们要打算怎么处理？到底要不要做环评？因为这些以前通过的都没有做环评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环评法之前的，它本来就不是环境影响评估管制对象。那所以环评法通过后，假如它后面有扩建，依照我们的认定标准，它达到我们的标准，它就要做环评。好，所以我们的规定是这样子。主席，那现在的程序 听不清楚，因为太吵了。我们在沟通协调的伙伴们，声音降低一点哈。我们这样子，好，来继续说明。跟委员再报告一下，就是环评法公布之前没有实施环境影响评估，它依法就不是环评法管制的对象。那至于环评法公布后，这些既有的矿场，它有申请扩大的行为，符合我们认定标准，它就依环评法规定要实施环评。那所以我们。昨天给委员的报告就是环评法通过之后，后面要申请矿业用地核定的时候，它的环评的相关的开发行为的数字，那中间有23个是有通过，有7个是被否决的。那所以我们昨天这个是环评法管制的对象的名单，是提供给委员这个部分。那至于委员刚刚提到说，假如说以前没有经过环评，以前矿务局核定的，那我这个部分我们要可能跟矿务局要那个相关资料来了解他们的以前的核定的状况，还有包括他们的期限大概是多少，是这样子。两个单位好像意见不太一样。那我想本席比较在意的，更在意的是，因为我昨天有强调过，很多是在我们原住民地区的土地上，所以这些对环境来说是很这到底影响怎么样？那我们又没有一个环评的依据，所以到底即便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形，但是问题是我们认为这些都还是应该要审慎评估，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资料告诉我们。好好，谢谢主席。报告陈委员，我想我分两个面向跟委员报告。那第一个有关那个政策环评的部分，就是如昨天的答询，哈，现在当然是经济部跟环保署意见还不是很一致。那就是张政委开完一次协调，下面还会再开一次，那我们还是会据理力争。那我近日也在写一个为什么需要办政策环评的那个比较完整的说明，哈，那我会去说服那个张政委，好，或者说顺便会把书面资料也呈给那个秘书长、副院长跟院长看。那这是第一个面向，我们会积极的争取应该做整体政策环评。那当然如何盘点那个以后矿业用地的核定呢？如果真的需要，那就说有会用到属于我们原住民传统领域的土地的话，那也要带到那个原基法那个21条，如何去让部落可以行使同意权的问题。那个案环评的部分，即便是现在，因为也不见得每一个开发行为都必须要做环评。那当然，以矿业的那个用地的核定，大概都需要环评的可能性当然比较高，但是有一些是既有的过去的案件，我们环评法现在来不及去管，那这部分可能就要拜托委员，是不是其实可以，就是说跟那个经济部啊，或者尤其他底下这个矿务局，他未来要在展延新的矿权，或者是那个要在核定新的矿业用地，它是属于依托在环评法之外，尤其是旧的那个矿区，它继续单纯做矿权的展延，依照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让它就说单纯的矿权展延都需要做环评，这种个案的情形，是不是我们就说这部分可能是不是可以商请那个委员呢？其实是跟经济部尤其矿局去商量，如何把原基法21条这样子的那个同意权呢，要带到他要同意矿权展延的这个面向去，但是现在这个我在环保署环评法，我们只能说需要做环评的，以及现在的新案来处理那些旧案，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样处理，这要跟委员说非常抱歉。因为所以你刚刚讲说来不及管了，所以因为来不及管，所以我们才要给压力，要你们去管一管。那听起来好像是环保署是比较无辜的，那矿业局他们才是比较可恶的。那我们今天在审你们预算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本席冻结错单位了？不好意思，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
那个核定矿业权跟核定矿业用的源头的用地是在经济部矿务局，他只是要符合进入到应该做环评的门槛的案件才会到我们这里来。署长已经都说不好意思这样讲，那我觉得这样主席，我这样我们是先保留，我们给你们一点时间，你们中间跟矿务局去联络一下哈，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空间，然后回报，然后我们下午晚一点再回头来看这个案子。好，谢谢。那就先保留。谢谢。好。好，那我们25案保留，好，那24案是减列10万，好。那23案因为孔昭不在，我们也就先哈先跳过哈，保留哈。那23也保留哈。讲好，可是他讲好是撤案吗？还是孔昭是？不，我是说孔昭的案子 ，OK 了哈，所以他撤案哈。好，那接下来是26、27跟28，有关综合计划里面的国际合作、永续发展及科技管理，延列数是1384万。那有刘建国委员，还有杨耀委员跟黄秀芳委员。杨耀委员已经改减列60万。是吗？好，那个秀芳委员这边，啊，可以减列60万。好，建国的话，不在场哈，那我们就他来了，我再跟他沟通一下。嗨，好，好，那我们减60万可以吗？可以。好，是262，等一下，哦，暂时啊，226还不在的，哎呀，啊，我是主。我主张一下，我也是共同提案人。好，那我们就减列60万哈。那26、27、28哈，我们就减列60万。好 ，OK，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第29案了。29案是王玉明委员的，就是有关这个永续发展及科技管理里面业务费的委办费，656万的原类数减列一半哈左右哈，330万。29，来，行政部门有没有说明？好，谢谢主席，也谢谢王玉明委员给我们的指导哈。那这个部分，因为委办费也包括到我们这个案子有发行到我们的对外的环保月刊，那环保月刊有英文版，那还有就是我们署里面做的英文啊，它还有西班牙文的这个简介，也包括我们署里面的两位英文秘书的一个行政的费用哈。那所以这边也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我也蛮关心我们寄送的月刊，我们有发行纸本，那也有在网络上用 email 寄给我们相关国家的驻外使节，甚至外宾，他们如果需要知道署里面的相关的政策，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新的环保月刊的政策。那还有就是署里面也针对外文的网站也是都有这个计划来执行的哈。那所以希望委员能够给我们支持我们这一部分的预算。是，好，来王委员，我想这个案子刚刚其实环保署的同仁也已经说了，你们有电子版，对不对？那现在其实都是电子化的趋势，你们主要是要给外管他们参考的。我可不可以问你们，你们过去这样子一印再印，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参考？到底有没有在看？这一笔钱是330万，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我觉得不是说过去的业务要一再的这样子执行，而是应该要有一些检讨、修正跟改变吧。你们到底有没有去评估？有人在看吗？你们可能是觉得要让他理解，但是你既然有电子版，那电子版不是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吗？这个新的署长上任是不是有新气象啊？署长，你觉得这个还要继续这样印下去吗？署长上来说明一下吧，是不是电子化可以花多少钱？纸花多少钱？哦，纸版的部分总共花了三连。
印刷跟邮寄的费用是38万。38万，那个给王委员补充一下哈。最近真的是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外宾来哈，一方面是真的是巴黎协定所带来的热潮哈。那这些外宾之所以在我们在国际投出，他们也愿意来看，的确是就我们的资料，他们有在关切哈。所以这一点是我认为这个相关的外语的这些编辑，这一定要用哈。但是委员说是不是书面的部分不要印那么多？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是可以检讨哈。所以书面的部分的费用，如果要检讨，是不是说先减一半哈？我们把发行量减少到必要的程度，如果可以不必要的，全部把它删掉，那个名单标记，都是用电子。啊、你建议减多少？是不是好？因为我刚刚已经统删了60万了。刚已经统删了60万。什么？哎，刚刚这个在大象的部分，这是，所以已经包括在里面，就是说，跟27、27、28的同一项是不是的向下？是不是？王伟健，好不好？给我来，就是就你讲这个部分很有道理的部分，我们一定严格去追查这个寄送的名单。我具体建议你们了哈。你们既然已经有电子版，你不用每个月去印月刊。那你如果对于外宾，你应该是一段时间，譬如说3个月印一次，或是半年印一次，让他理解外宾不需要每个月理解你环保署的政策，也没有到这样的程度。这个我们同意，好不好？所以纸版的部分，我们来检讨，删那个量，那个部分我们来。那这边是不是就是授权我们来删了、啊，好不好？凶心之盖，凶心之盖了。因为立陶宛已经删了个60万的，不是吗？已经减了60万。刚删的啦，前面已经删了60万了，刚上面总，那也是删到这个向下的、啊。重点是要改这个政策嘛？这边再删30万了、啊，就这样好。再删90万了。哎，那就90，弄多少钱啊？无啦，我无答应一半啦，唔通啦，遮善家所在一个台一半。无啦，刚刚是要帮你删了330咯，因为那个30万，英文的秘书哈、欸，英文秘书你咪写块红写块薪水钱。委办会，他一伊讲包括你内底啦，因业务人较了解包括内底，你说明者。跟委员报告，这个英文秘书是由委办公司要派驻到局里面的啊，大署里面的，他是 part time 的这性质，所以那个是可以吗？你们自己调整，好。先委员还是总共36万，先30万。纸本的部分是38万，印刷跟邮寄的费用好，一年大概38万，一年38万，那再三十万就没有纸本了哈，可不可以再减少一点？320万可以吗？好，好，应该当折了哈，减20万哈，好，29万就是3减20万，好好，那接下来还是30万、31、32。是同样的一个有关国外旅费的部分，有王玉明委员全数冻结，蒋万安委员减列30万，蒋委员两笔哦，不同的计划是吧？好，一个减30，一个减10万，来，行政部门跟主席跟委员报告哈，那在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国外旅费的一个案子哈，那个是。我们这个的案子也在全署的国外旅费里面，那全署是在501万元哈，那我们这个永续式的这个出国费用也包括在那501万元，那刚才已经做一个决议是50万，统删50万，对，是。所以你的建议是什么？真不要再删了，是因为我刚才在全署的统一的费用里面已经删了50万，那我这边是占了282万，那署里面总共是501万元，是这样子。来，那有王委员跟蒋委员，前面在第九案、第10案、第11案的地方已经有简列了50万。其实环保署出国考察费用在各部会当中算是多的，我必须讲算是多。你去看看卫福部有多少钱可以出国考察，没有了，很少了。所以刚刚那个只删了50万，我觉得其实还好了。所以这边一码归一码，我这边讲的是冻结，也不是删了。
我没有三年，因为其实你们出国哈的那个成效，老实说，效益没有很显著啊，常常你出国了，但是那个效益在哪里哈，没有看到了。我是冻结，我不给你删哦，所以我这边是冻结，全数冻结282万。来，蒋委员。我想我这边哦，其实是特别针对这几个项目的国外旅费哦。是。那主要是因为同样的这个计划项目哦，在相同的计划，去年总共是派4名人员出差到美国哦，那前年更只有派1名人员出差到欧洲跟美国，但是今年你们的计划却要增加到7名人员出差哦。那我想没有看到具体计划之前哦，这个很难说为什么要编列这样的预算哦，到你们的人员哦，国外差旅，同样的哦，你们基本上成效其实也并不好，相较于其他部会，刚刚前面王委员也提到，所以在这边我就是针对这个项目，我还是维持你们过往的这些派员出去的这些费用都还是保存哦，所以我只是酌减了30万。另外一个计划酌减10万，其实我没有全部删、哦、只是告诉你们说，刀钱要用在刀口上，尤其在差旅费上面，这也都是民众的纳税钱。我想这一部分非常合理、哦、所以我想我还是会坚持。好，所以蒋委员的意思是各删一个30，一个10万，是不是？来，诸位，感谢两位委员的指教，其实也都在。替人民看守荷包、希望能够有效的运用、但是也给两位委员以及委员会补充一下，在过去3年来、美国的内阁阁员唯一曾经到台湾的就是环保署署长，也是4年都是担任奥巴马还是5年的、的这个叫做 Gina McCarthy、然后他的助理署长、这个 Jen 尼西达也都来台湾。那么国际部的主任 Mark Cusman 在上个礼拜也来台湾。这个我们和美国这个 IEP 这个合作计划、一方面当然是有全世界的这个空气，包括汞监测，以前我们曾经报告过，我们在鹿林山在玉山下面2862公尺的地方有一个全世界性共同合作的空气监测站，包括流通于全气大气层的这个汞。那个汞从哪里来都可以这样互相的比对、去监督。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包括到东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来做这些的合作计划，包括他们现在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我们都在签订相关的协议、所以这些、对不起，以前没有机会向大家报告这个比较偏外交的部分的一个绩效，那需要的话我们把这个总整之后呢、送到委员会每一个委员的办公室、但是不是请那个、王委员这边、全数冻结的没订单啊，对，冻十分之一啦，我头前做一半、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没，我人家真正的没绩效你给他抬掉，后面两个月来抬掉，三个月抬掉啊，还是和蒋委员一样多啦，和蒋委员一样多你是动哦，哦，恁两个节奏会在加快剃头，安尼好了，无你动较少，伊都已经剪了，你动遐济。动较少，我给你。几万钱了？这。现在是283。283哦。282.。283动100，存180。可以啊。哦，还要解释。减，那就先动没关系，不要减。不，动四分之一啦，动四分之一啦。都是这里中间弄爱协调合作了，足侪真正哎拢在叮当了，无。动。对对对对，好，好了好了，好。怎样？动。动一把。还是詹富？詹富要不要跟客来讲？来宾，三个人拢叮当，我好同情一下。已经换一小号啊，10分钟够了，还有时间。动一百了，冻结，是，先冻结。好，是。所以是32万是动100万哈。那蒋万安委员两岸各减30减10是吗？合理了，各减10。减哈，就照蒋委员的讲，好，没问题了哈。
刚才前面的就是整署的就已经减了50万了。哦，那边已经减50万。对对对，那如果这边再减30跟10，就等于减了90啊。哎，就额外再加了40万被减掉，是这样子。不要那么常出国，人数不要那么多。哎，我们是希望说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同意冻结哈，那我们会把成效，因为同仁出国都会有一个出国报告书，也要上网。那要经过研考会的审核之后，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报告，那可以提供给委员参考。喂，巴塞有公约啦，哈，好，各项的公约，包括在不久之前，美国国务卿 Kerry 哈在非洲的这样的相关的氢氟化物，因为这个环保的工作，它几乎每个礼拜全世界的观念在进展，哈。这个健康的事情，我想陈委员在这边一起报告哈。真的类似这样的事情，他这个各式各样的化学物品，各式各样的，包括以前30年前氢氟化物认为是可以取代以前的那个叫做冰箱里面的那个的冷凝剂，后来现在又觉得不行了，哈啊，所以也经过这几年各种公约的签署，我们必须要去掌握 WHO、WTO、APEC， 我们都参加，所以是。当然，委员的这个督促我们非常了解，但是请假就请今天走哈。以上谢谢哈。所以是不是？好，各减十了哈。好，那31案跟32案，32案各减10万，好，减列哈。好，再来接下来是33案，有这个派员出席气候变迁，也是国际会议哦，35万2千，李委员建议全数删减，那有说明吗？这是也是出差费是不是？也是出差费啊，差旅费好来。主席，各位委员好，我是文检管理室副执行秘书黄伟明，跟委员报告有关李委员关切，就是。因为啊，就是要推动这个减碳的自主承诺，而且要推动相关的工作。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其实已经结合各部会拟定了大概200多项的工作。那我们现在也在拟定相对应的这个阶段管制目标。那预计年底会提出草案，然后同时要求各部会推动这个温室气体的减量相关工作。那因为这项预算呢是参与气候公约的这个出国费用，总计是352000块，是。因为相关工作啊，急需要跟国际上做一些连结，所以在这边要拜托委员，是否可以免于简历啊，支持这一笔预算。以上报告。好，李委员。因为8号开始的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哦，我们现在似乎还没有进入会场了。那面对两岸的僵局，我觉得未来。同样的状况，未来也可能都会一样会同时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笔预算，其实我是主张全数删除，因为看现在两岸的僵局会持续，明年恐怕有机会进去参加，我看机会也非常的渺茫。那昨天美国大选之后，包括川普的主张，他也对于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他也觉得不需要去参加，所以我觉得，这笔预算。我还是坚持全部减列。我跟你无共吼，苏长、李组长，因他们删他们的啦，动他们的。李委员哈，请同来拜托，先讲这个气候变迁的事情，我们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还进去了。董事局长都进去了，我都知道你很辛苦，但这件事情决定权哦，总统不在你身上，这件事决定权在总统身上。但总统在你上环保署预算都是，那你回去跟他讲啊。我会向他报告，但是我不会告了，因为他如果我也不是负责国安事项改变的话，我啦，叶先生，我你急啦。李委员，哎，那有羞夸哦，这个东风打西风哦，好像有一点卡，总统一。这环保的事情、国安的事情，我们即使你讲那么多，上面这件事情哈，联合国的气候变迁的会议，这个决定权我们能不能参加，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说要参加说了算。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参加，但是眼看着两岸的僵局，其实
明年度能够参加的机会非常非常的渺茫。今年的状况你自己心里，但是我们还是透过我们都只有技术人员进去，我们的人也到目前为止八号到现在，我们人也还没有进去嘛。我们第一批的人都进去了，你就技术人员进去嘛，第二批的也都拿到邀请的。第一批人进去是技术人员进去，我们能够在现场参加，获得重要的资讯，能进去正式参加，跟你说技术人员参加进去，不是有落差的。我们的官员啊，三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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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来报告，你要那多营养品哦，我们哪一天拿来委员会来放？没有意思了，真的是。而且我们人数，我们的人数这么少，你们要再排解冻就没有某些的意思啊。因为三十几班哦，请假人在东书写做警察做干鬼，你敢你要那多，你要那多拍那个片子要两年，全世界跑才收集那个气候变迁呢。我不会骗人，你去给他看一下，你就做气候变迁，那你加出来多少钱？我不认为气候变迁不重要，气候变迁我们参与度当然很重要，但是关键是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现在根本连进去都进不去。我们有进去了。我们技术人员进去，你技术人员进去跟实际进去有落差吗？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官员今天，李委，把他删除掉，他完全没有参与的机会。叫你进来收财，我都不太恭喜。三一半，他们有没有办法出去？三一半，你们协商一下，协商。协商一下，是不是？好，那先保留好吗？因为他们没办法执行了哈，删除了，他们没办法执行。那三十四案是陈一鸣委员的提案，有关加强基层环保建设，20亿1820万2000，好，要冻结20亿，几乎全冻了，2亿哦，啊2亿，我弄错了1/10，2亿吓死了，好，来要说明一下。赵委啊，各位委员啊。那我是环境督导总队总队长，那我代表这个来说明，那我想加强基层建设这个预算，我想大概涉及到这个水体的环境水质的保护，还有这个营造友善的城乡环境，还有这个低碳的垃圾的清运设备，还有离岛的垃圾转运，还有这个焚化炉相关的一些费用，那我想这个经费基本上是来补助地方来加强水体水质的改善，还有整个环境卫生等等还有垃圾的一些处理的一些工作哈。那这工作基本上，因为我们是要补助地方去来执行，那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比如说他补助以后要有规划设计，那可能要一些招标，那招标必须透过议会的这种程序，那甚至县市政委要配合款。那有时候发包也不会很顺利等等，我想很多的因素，所以整个这一个预算在这一个执行过程里面，难免都有一些可能在年度里面没办法完成。那这个在去年的保留大概是14.44%的百分比，那这个比起往年已经算是已经减少。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持续的在努力的来加强，就是说尽量呢不要有这个保留款的产生。那因为这笔经费对地方的这一个协助是很蛮重要的一些经费，那我们是恳请委员这边能够可以这一个是不是可以不要来这一个动那么多那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点？好，那个我想你们不要就是说都是在讲说怎么这是地方的，我当然知道了，但请你给我一个那个清单好不好？你们补助的清单可以好不好？送资料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们不是说只是计划给了，然后就不去追踪考核嘛？对不对？是。刚刚讲说是地方申请了经费，他们有可能因为发标比较慢，所以没办法执行完毕，所以你要保留。可是这样转过来保留了也是超过了2亿8千万嘛？对不对？你们在2014年度就2亿8千万嘛？所以我的建议啦。你们这个其实执行单位以外，你们在督导的时候，你预算你给了，你还是必须要去加强监督啦，让他在他们各地方县市他们申请到预算之后，他们在招标过程必须要给予一些协助吧。你们是不是应该去 monitor 这个情况？预算的，如果说他们都不执行，你就应该把它收回来，另外再重新是不是在给别的县市？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因为你们在这个 monitor 部分辅导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要加强了，好不好？委员报告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冻结5000万，好吗？好，我们再少一点。好，
五千万，好、哦，好，动五千万，两千万，两千万。哎、哦，我们这边的话给三千好了、哎哦。我们将那个执行的那个部分来报，那就三千万，好，谢谢。三千万，好，这是总数哈。好，那接下来是三十五案，改林静怡委员改组决议。好，那三十六案是奖补助的部分是蒋委员建议减列一百万。这个来说明一下。是主席，还有蒋委员这边哈，刚有跟蒋委员协调，就是这个是减列五十万嘛哈，就是三十六案。三十六案哈。对，三十六案。建议减五十。减列五十万了哈，但是因为那个海洋污染防治的经费很少哈，所以刚也提到说，是不是就从零一的整个。我们是四亿六千六百五十万里面减列五十万，而不要限定在海洋污染防治的这一块，这样子。要减列在哪里？就是那个零一分支啦，零一就是这样，基层建设里面的零一的整个那个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体性环境保护奖补助，那个四亿六千六百五十万里面来减列五十万这样。不要限定在海洋污染防治里面。对，我基本上同意啊，就是说从大项里面减列这五十万啊、嗯，基本上我会减列，主要是因为你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其实在两个计划里面都有重复出现做同样的事情。那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这边说明很清楚哦、啊，这个本年度编列再加上基层环保建设项下哦、啊、有一个。计划那同样在你们一个水质保护的项目中有一个海域污染防治规划管理及海洋流放管制这个计划，同样的有重复编列，那所以我想这边就是酌减五十万。那原本说在重复的这个科目里面删减，但是我想我也同意了，就让你们在运作上面好调配，所以就从大项里面减列这五十万。好，所以我简要跟委员说明一下，两个计划其实是没有重复编列的哈。这边的是加强精神建设，我们是补助给地方，他要购置一些海洋污染防治应变的那些器材，那是补助给地方。那么在水质保护那边呢，是水保处这边，因为要全国性的，所以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海洋污染的这个雷达监测车，要用卫星的。那一些的可以发生事情的时候，可以马上去做支援的，那个是由水保处这边来这个办理的工作，那个是全国性的，所以两个计划是有分割的。对，计划不同，可是你们达到的目的都一样嘛？强化海洋污染紧急应变的能力，对不对？像水污染一样，也是针对海洋污染事件紧急应变的模拟，提升海洋这些污染防治管理能力。我想基本上是类似啊，但是我想终究避免让这些。经费重复在同样的目的上面，所以我想就是说从大项里面删减我是同意的。是，好，因为海污发生的时候是中央跟地方要一起合作了，所以有一个是在中央在执行的经费，有一个是在地方执行的经费，这样子了。好，谢谢。好，所以三十六案就是针对综合计划加强基层环保建设、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体性环境保护，好，三五十万，下面的小项就删除啊、哦。好，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个十分钟哈？因为已经有点让行政部门该说明的赶快去说明好吗？中午要到我们审到12:30，然后下午2:30再继续审查，好不好？好，休息一下，今天是。因为审预算的时候，我们不处理临时提案。嘿，对，昨天没有，昨天有宣告不处理临时提案。但是有临时提案，其实每天有是一定应该要。可是审预算，因为时间非常的长。没有，但是昨天昨天因为只有半天，昨天只有半天，我们昨天审到7:00呢。哎。因为昨天的议程其实蛮紧的啦，我们昨天已经处理到7:00，嘿。我的建议啦，就说像这种专案报告的东西，你还是要给我们处理临时提案。对。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是主席，要处理临时提案，你就觉得不想处理。就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对，因为。业务报告，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因为其实临时提案。
我们依照过去，我们在如果是专案报告，当然是可以处理比较会去处理临时提案。那因为我们审法案跟预算，我们因为时间比较难掌握啦，所以都通常比较不处理临时提案。好，是。好，我们下次再来处理好吗？嘿，好，我们现在先休息10分钟。三块钱，他们在，三块钱。
Thank you.
好，我们是不是再继续审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37案、38案、39案跟40案、41案，都是有关综合计划里面加强水污染防治及留意整体环境保护，有关国家湿地保育计划的部分。原编列900万，好，那有委员王玉明委员要全数删除，冻结，好，全部有好多个，有王玉明委员、李彦秀委员，还有蒋万安委员，还有陈英委员，还有林静怡委员，好，来请要不要请行政部门先说明，还是那个？其实这个计划最主要为什么这么多委员会提哦，就是因为这个计划其实行政院并没有核定，还没有核定的计划，所以如果按照我们整个预算的编列这个跟规定是不符，还没有通过的计划就先编预算，所以我才会主张是要全数简列这样。那刚刚环保署有特别来说明，他说那这个计划。他说过去有推，然后呢，现在106年要开始，对不对？然后，但是你们行政院还没有核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建议我原本是要全部删除的。那如果未来可能还是会推动的计划，过去也有，我就先动一半，450万，因为等你行政院的计划通过之后才动，这样已经很好了，好不好？你们那个是没通过的计划，本来就不应该变。好。刚王玉明委员提到的就是冻结二分之一，好，等行政院通过之后才可以再使得动资嘛，是不是？好，那不晓得李彦秀委员、还有蒋万安委员、还有陈颖委员跟林静怡委员对这样的提案可以吗？哎，你的是41，嗨。你有主决议是不是？对对，林建议委员改为主决议，然后陈改成主决议哈。主决议。好，那陈议委员也是主决议是不是？我等一下再给主席谈。动一半一样哈。好，那就是是不是37、38、39？刚刚那个38可能那个李彦秀委员有40，他们都主改主一了，所以不处理。40乘以呢？刚刚不是说都改成主决议？这笔预算，因为现在行政院还没有核定这个部分，
那未来我觉得在湿地保育的部分，当然未来包括民间会不会，包括跟经济冲突、经济开发，事实上是有冲突的。比如说高雄的茄碇跟桃园的藻礁这个部分，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内政部底下，我们有分配各自的工作，那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谈的是我砍一半，是不是？你是减列400万，然后冻结500万。好，我知道了。那个，这是补助的部分哦。那因为你刚才跟我说明的部分，我刚刚已经跟你沟通过，就是减列200嘛，少三减两百嘛，就是，我可以支持嘛。对不对？包委员，因为这个只有900万了，是不是不要？这个是补助地方的，补助地方。如果把这九个湿地都每一年工作维持得好的话，每一年事实上我们需要花的经费就可以相对减少。这只是一个补助性质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照理说是可以，是可以。预算应该回归到地方各县市，好好的去做处理。那我觉得这是补助的部分，应该可以去做三减。事实上，明年我都还希望你逐年应该三减，因为这是地方应该自己处理好的工作。补助这九个湿地的管理，每一个差不多也就只有100万而已。事实上，做不到什么事情。前面的101到105年，其实那时候总共是1260万元呐，1260万元。那106到109，他已经少为已经删减变成900万元了。我帮你们多省一点钱，钱少花一点，能吧？能吧？好不好？是不是不要减那么多了？因为这个要减200万。刚李委员的建议是要删啊？删两百。可是刚王玉明委员是希望冻结一半。那等计划通过之后就还可以动资，对，我们是并列，我们三个案是一起讨论，嘿。更惨。好，保留协商是啊，你们再协商一下，好，那你们再继续协商。啊，是保留要送去协商，还是你们先在协商？等一下好不好？第二轮再回来再处理好不好？哈，好，那37到39是保留哈。来40跟41是改主决议哈。那我们进行到42案，42案是有关垃圾全分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应变计划。总共有42、43、44、45、46，案哈，有王玉明委员、洪慈庸委员、还有刘建国委员跟蒋万安委员提出来的冻结的金额。好，行政部有没有要说明？来，召集人、各委员，我是会管处处长吴生忠哦。我想各委员报告，因为刚才召集人提到哦，就是有关42案，包括47、50、51、52啊，其实都提到要冻结这个抵押补助款，还有整个这个加基的这个预算的问题了哦。那我想，跟委员报告，就是有关，其实是委员期待啦，哦，希望环保署第一个能够对这个产盐哦能够加以管制，第二个对这些制程啊哦能够严加的这个督导，第三个对地方补助，第二个这个提拨这个委办费的话能够严审，最后对这个底渣这个资源化产品能够品质能够这个提升，大概对我们期待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每个委员的意见，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啦。那关于这个42案的话，那个王委员特别提到哦，本来是哦，就他提议就是要这个删这个4000万冻结2亿啦，但因为这个底渣的费用啊，我们会管处底渣的费用是只有5000多万而已啦，5580万嘛，那其实是其他相关这个处事哦，他们可能要去做一些垃圾处理的问题嘛，所以是不是跟委员会报告，就是有关后面几个案要那个动我们底渣的，我想不要影响到其他这个统领他们执行预算嘛。第二个，我是祈求，就是说，假如委员会同意的话，能够
不要动，因为这个是地方二十四座焚化炉一年产生100万吨的底渣嘛，你只要没有给它好好去处理的话，确实会制造很大的问题哦。所以地方有的县市这个财政有些哦，这个不好的话，其实环保署这一款大概来讲，我们这个106年啊补助的这个额度也差不多15万吨左右啦，哦，全部差不多100万吨嘛，所以也是杯水车薪啦，所以都要讲能够给我们哦来做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委员这个期待做好，哦，是我们的期待。以上。好，来，其他各委员对吴处长提到希望不要动，对对对，因为要执行很多业务啊，哦。对对，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因为钱大家变在一起嘛。那是三笔渣吗？那是在后面的案子。后面包括42、47、50、51、52都提到底渣的问题嘛。底渣的问题是在50、51、52。嘿，对对，都有提到底渣那些问题，但对我们的期待可能有些不同，但我想都是一致的啊，希望把这个底渣。所以底渣那边应该可以减就对了。哎，不是，我跟你们报告，因为这个是地方他要花包去处理这些底渣。那环保署会针对可能财政不好的这些县市，给予酌量一些补助，是在这些钱是变在补助地方，使它能够哦花包这个再利用更多的底渣，大概是这个用意啦。是，来各位委员，是不是因为是需要经费补助地方来把处理这些底渣或是这些环境废弃物的问题哈？是不是可以？42跟46是不是就不要冻结或减列，可以吗？我们有好几个委员，王一鸣委员、洪慈庸委员、刘建国委员，还有蒋万安委员。我先讲一下哈，本席的提案42案是针对刚刚有提到那个底渣的部分，但我43案并不是哦，嗯，所以就是说42案的部分，因为底渣很多委员都有提嘛。那所以这个部分我可以就是待会大家讨论，但是我的43案，我那个原本是动2亿的，刚刚有协调就是改动1亿，43案先确定好不好？动1亿，对，43案动1亿。那42案抵押的部分，因为有委员提动1/2的嘛，大家不太一样。嗯，那我自己的主张，至少抵押费用至少动1/2。来，主席，好，来。哦，后面有底渣的哈。主席、各位委员哦，我觉得这个事情来讲啊，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然后对我们委员来讲，对社会来讲，也是一件非常心里面都要非常挣扎的事情。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刚刚发言已经讲过了，台湾23所焚化炉里面烧出来的底渣，有1/3的底渣是交给应成公司去处理。结果这个应成公司啊，伪造文书，然后违法的弃置，然后呢，有6个县市的这个环保局，还包括我们的环保署，都被检察官约谈说，一个伪造文书，你们说你们要回填道路，怎么全部大家都在三级品管之下，他回填的不是道路，是弃置在那里，那为什么公务人员都还可以通报的过程，然后还可以核定、核可、许可，还可以照得出假照片，然后全部都让他们这样子做啊！但是这是一个应承啊，凸显全台湾1/3的底渣量哦。那正本清源，今天啊，新新闻要出刊了，还没有出刊。我们的詹顺贵副署长有说，这是制度面的问题，但是我也要强调，署长，这不是詹顺贵副署长的业务主管，这是张子敬副署长的业务主管。到底整个环保署面对事情要怎么做，我来告诉各位委员，由各位委员决定，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就是说，我们认为焚化炉烧完的底渣是可以再利用的，然后就说它是可以到这个低强度的管沟回填的，好，那大概都可以去给业者去使用，可是这个就跟我们废青法修法是一样的，你说可以，可是它的品质把关就不好，所以没有人要用。结果呢，你说可以回填到管沟当低强度的这个集配
去使用，可是就没有人要用，那怎么办？每天制造这么多的底渣怎么办？所以呢，政府想了一个方法，叫做给钱贴人。所以环保署、地方政府环保局每年都编大笔预算说，我们来补助这些业者，然后怎么补助？让这些业者去补助要做这个混凝土用的或者回填管沟的工程单位说，不然呢，我给钱贴你，你搞不用。然后，但是拿钱去贴人家一顿几百元去贴工程，工程包商，然后叫他们用，他们还不要用，给钱贴人，人搁不爱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程做好就出问题，无定验收嘛验未过，所以无人要用。啊，我今嘛讲到等啊，就是说我要提醒各位委员，这是全台湾必须面对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废青法的原因，它失去了市场价值，拿钱贴人，搁无人要用，但是它要何去何从？所以我们在讲焚化炉，我讲说，焚化炉不是可以万能的解决所有垃圾问题，焚化炉拉出来制造的垃圾，这个底渣、灰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然后就说我们编钱给他们去补贴人，两边钱给人家去补贴人，人家都不要用，那怎么办呢？结果不要用那些东西跑去哪里？这些拿了政府补助的业者，然后把这些底渣都拿去农地堆置，租一块农地，行水区非法的堆置，不断的堆置再堆置，然后堆置不合法，他就伪造文书啊。今天才会有这个新新闻里面报道出来的一场官司引爆环保大灾难，大家我们都蒙住眼睛，假装没有这件事，太久太久了。而我们立法委员在这里说要减列这个预算，有这个预算就没得去了，减列了他更没得去。可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子而被环保署这样子勒索，说非过不可啊。可是不过的话，他又在那里，那怎么办？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品质不稳定，难道外国都是这样放任焚化炉的底渣不稳定的吗？没有，台湾所有23座焚化炉都委外操作，委外操作的过程，委外操作商对于提升焚化的底渣的品质都不愿意投资，所以呢，品质不好，工程不能用，不能去化。那我要苛责到焚化炉的委托厂商，焚化炉委托厂商又说啊，你给我的垃圾处理费这么少，所以又会牵扯到这个垃圾处理的这个收费的问题。所以一环扣一环，不是解决了一环就可以，所以是整体制度面的问题。到这里哦，陈年啊，旧科啊，这个是台湾的这一个焚化炉底渣啊，病入膏肓啊。那因为是焚化炉业务主管，是环保署，所以环保署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不管。那我们在这里的立法委员这么多年来了，我这个问题告诉大家这么多了，可是光一个废青法修法都要被人家阻挡了。所以我们在讲说，到底要怎么样啊？处长、署长、署长，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啊？署长回应一下好吗？哎，谢谢这个林委员的一个指教哈，我完全同意。我对于我们很多的环保的议题，我们这次每天都在想怎么样解决啊，还是来系统解决哈。一方面取缔非法。一方面保障合法，哦、你取缔非法，可是你没有去化的管道啊，它永远都非法、啊。没有错、哦，所以就说你验成，如果说你若叫 K 钢走，啊都啊叫 K 钢的不让买来，可以钱贴人啊，不让买啊。我唔对，你讲这问题，所以我就先讲讲，我们从520到现在啊，总共起诉了71个案子，办了71个案子，移送的人数242个人。哦、然后查扣的机器21件、哦、就是说这个事情我和邱泰山部长我们这样的一个环检警机制，因为你要确定那些黑道的非法的都要出来了，真的合法的他才
有那个空间和利润，有空间利润。你讲的最后一关就是要去化的管道，去化啊，对，去化要去到哪里？完全正确。去化的管道的前提是品质要能够完全正确，我完全有一定的品质啊，我完全同意。所以说，你第一个，你不要随喜，你这个中间的这个这个底渣的品质要怎么处理之后，而且要检验合格之后，我们还分两种，一种就是说你是低结构强度的。哦，现在在用，可不可以讲葡萄机？是哦，啊，你若真正讲迄个起厝，迄个未使用。当然的 啊，所以这个部分，人都不爱用啊。这个部分，地方，迄、那个即摆可不可以桃园、高雄、台南，地方的干务局含这个环保局，因为即摆的环，迄、那个焚化炉拢地方政府发包嘛吼。拄则你讲有足侪是代管厂商嘛吼，所以这个部分，底下的一个管区，即摆都家己来处理的讲。那焚化炉的委托操作厂商，要不要也要刻以某种品质文保证的责任呢、啊？这个对方，你拿底渣出来了后，接底渣去处理底渣的人，当然爱可以这个责任。接底渣的人，而且焚化炉操作的人，焚化炉操作的人，伊是你什么入去，伊就烧什么出来。无啊，有的人听台中，那你刚去看文山焚化炉，它的底渣品质是好的啊。为什么是好的？因为它的炉原本设计就不错。然后委托厂商他也是愿意在更新设备的，可是台湾有20座的文化的厂商是一套设备用个败用个熬用个烂嘛，要不被换啊？即卖包括这个部分吼，即卖我也去看过三间啦吼，所以迄款清楚你讲即款啊，我的麦克对接所在类似即款败，咱已经要求以这个承包的厂商，你若无安尼来改，咱就。爱要求管家解约了，好，吕叔，安内来处理这。所长，你怎么说？都一样。那我们只要看结果，结果就是不要再伪造公文书，不要再违法的储存、违法的弃置。任何违法，真的是可以再利用。你品质稳定了，可以再利用。完全支持，有管道，完全赞成。所以违法的，刚刚你讲这个伪造文书啦，什么违法弃置，这种法办，该法办的法办。啊，这边就合法的部分要叫 K 钢，叫 K 钢你品质来申请。啊，最后要用在什么工程地点？但是你听我讲，什么工程地点？一个厂商去用抓到是一个厂商个别不孝的问题。一个业者去用抓到是一个业者不孝的问题，一个公务人员去用抓到是一个公务人员这个操守有风纪有问题，但是呢，大家手上拢去用抓到，足侪公务人员拢丢掉，每一个公务人员都卡到案被约谈，那就是发生全面性的、结构性的、制度面的大问题。我完全同意，啊，所以我呼吁这个基金一直在检、在检讨这些案件。安然来发生，所以即卖是甲应承发生这个问题，当然应承也量就大，三分之一的量了，全台湾三分之一的量嘛。我知量就大嘛，吼，啊，拢在台南这所在，所以你讲这种事实，咱拢在针对这多面，吼，要来我那回这个从去化，哦，你也是蛮完全。去化的前提是品质要保证啦。啊，所以你讲无对，一环扣一环，真正是一环扣一环，所以即卖。然后你们还独立自己啦，不愿意，明明每个焚化炉里面50%都烧事业废弃物，然后你们还把底渣列为一般废弃物，不愿意承认它是一般事业废弃物，它的管制强度就不一样，罚则也不一样，它其实也应该列为。因为焚化炉是一个营业机关，这个都是制度的一部分。啊，对啊，你要啊，你要放松还是要加严啊？所以我就感谢咱大家修改这个废弃物。某一种可能，你要考虑将底渣列为事业废弃物，因为焚化炉内底确确实实就是有咧烧事业废弃物。我想安尼啦吼，这个所在因为我都讲足详细，我相信咱这个规个这个。你敢知我是来足听啊？因为我若无合理，这底渣跟黑白污染，我若合理，伊嘛是咧污染。我比你，我无比你较无听。他的起丢失去市场价值，我了解。啊，你讲较侪钱贴伊，伊嘛无好嘛，无人要用。所以废弃物清理法我都足支持啊，吼。废弃物都还袂过啊，嘛无要过啊。对啦，三度即摆咧协商嘛，吼，我都讲。都无人来找我，拢我去找人个啊。即回去爱会过嘛，吼，我也甲咱总召讲。所以这部分就是你足了解这個问题，我有掌握这個问题，咱即摆就针对这道面。我们家不是为止损哦，为乐不是以止损为乐，也不是以砍预算为乐，我们要的是要真正的改变呐、啊，要改变没有改变在这里哦。对，没什么好当的啦。没错，没错，我支持，好，谢谢，我们就这样。对，刚其实已经谈到第50、51案、52案有关于要补助地方政府推动底渣再利用的工作了哈。那这个部分原编列预算是5580万，
那刚林淑文委员是主张冻结二分之一，然后陈曼丽委员冻结1000万，然后蒋万安委员冻结558万。好，这个来慢，我是这样哈，因为刚42案到46案是整个总的啦哈。那个13亿，那个是总的。那接下来下面都是分项删减啦，哈，我是不是先把分项删减的先处理完，再回来看整个总的，好不好？大家就会知道到底删了多少，动了多少，免得全部这边也动，那边也动，全部都动光了哈。那这个我们先是不是要这样处理啊？刚因为就谈到底渣，所以我先处理50、51、52有关底渣的部分，好不好？好，底渣的部分林淑文委员已经说了，那刚刚是曼丽委员也要来表示意见，是不是？好。主席，我想就是50、51、52哈，谈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嘛哈、那在这边呢，我是在想是说，其实底渣的问题，已经长期被很多的公民在地团体他们都已经看到底渣的乱道哈。那这个的乱道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处理的公司，他可能他就会有他的一个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呢，因为现在要在哪里放，可能大家都会反对，所以呢他就乱倒。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便宜形式，对于一个官方所管辖的焚化单位，他就会有点眼不见为净了，因为反正已经送出焚化厂了，所以呢他们在这个部分就没有好好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追踪和处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责任，好，焚化厂他本有这个责任，他把这个东西送出去就算了。所以底渣的产生者跟底渣的处理者，他其实应该是要有连带的责任。那在这边呢，我想是说，我刚刚看了那个林淑芬委员和蒋万恩的委员呢、都冻结了全部和这个二分之一啊。那所以我在想是说，在这个部分呢，我自己本身是会希望就是说，环保署应该要有一个焚化炉底渣品质控管的一个计划，你这个计划要提出来，你中央要有这个计划，你地方政府你才能够去做。那当然就是说，地方政府呢，我们如果说要去做一些的监督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一些的规范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你又没有规范，那我何必要遵守。所以呢，我想是说，在这个底渣的这个部分呢，真的是全台湾之痛啦。那到处放，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焚化炉，它烧的并不是一般的事业废弃物，它烧的很多是事业废弃物。那这个事业废弃物的底渣的这个品质呢，它就不是我们一般家庭废弃物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品质，所以呢，这个底渣到底还能用还是不能用哈？我想环保署也应该好好的去检讨一下，因为呢，现在除了少数的几个焚化炉，它没有用事业废弃物的，几乎90%以上哈都有，所以我想说，这个真的是我们全国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也是主张，不是光冻结，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删掉了。我是赞成把它删掉的这个底渣的这个预算哈，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会让我们一直补贴地方会觉得是说，反正有中央在撑腰，他们大概也不会有特别的一个痛痒哈，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提出来。以上，来林委员还要再好。其实哦，台湾真的是哦。我们还蛮痛的，处长。昨天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中庄调整池，就是我们板新水厂哈、石门水库供给大台北地区，要设一个中庄调整池。中庄调整池本来就是在一堆废弃的事业废弃物上面，然后花很多钱挖掉盖的，结果昨天呢又有污泥弃置在水源保护区中庄调整池的隔壁1.3公顷，这个都牵扯到废管处的业务。如果是污泥，事实上是有管制的，污泥的再利用是要受到这个要申报的管制的。可是为什么会弃置到那里？弃置到1.3公顷，那个量何其大！第一个，本来就是你们要管的；第二个，水源保护区也本来就是不许可这样的行为的，土壤也污染，水也污染，还更何况是在我们自来水供应厂的中庄调整池旁边，还日积月累。所以我们真的是语重心长告诉大家，台湾的废弃物
的管理真的是烂到极点了，所以不只是底渣，底渣是环保署带头做了一个坏示范，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官方都不好好做，民间更是乱做，然后整个环保署最核心的业务不是 COP22 啦，那个也很重要啦，但环保署最核心的业务就是污染的源头管理和预防，就是废弃物的源头管理和这个再利用的好好的管制。有好的管理，环保署做好了，就没有土壤污染，就没有水污染，才有干净的生产地带、农地，然后才有所谓的食安的基础。今天讲什么化学局那个都是下游了，最上游就是污染的预防啊。而今天我们是看到每天都有新闻，每天都有。我们让废管处每天都有跟废管处相关的，说明一下好吗？嘿，把它动了，它是不是就没办法进行相关的工作？它是不是这样的吼？看是不是动四分之一吼？把这个整个制度系统性的这个，其实林委员讲没错，我们就是各种包括底渣、转炉石、灰渣，哈、嗯，啊个废汽油，大行我都几行几行在检查说它的这个。因为哪里讲，每礼拜拢有案件，所以我嘛就是。每礼拜拢有啊，啊你讲嘛无唔对，拢乌道的咧做的菜，所以就包我跟你讲，再利用啦，吼、欸哦、清除啦，乌道拢咧清这地啊。对啊，我想稍微吼，请委员会。包括民意代表嘛咧做这地啦。委员会吼，是不是给我一年的时间啦？吼，至少我一年时间，我得系统。给你一年也不为过，唔对啦。我得先把这物件拢了解，包括去分化路嘛。我是惊你升官去咧。欸我是干嘛几年而立啊？这个是成年的旧科啊。林家姐，然后最优秀，在座的每一个都可以当环保署长。不是成年的旧科，所以我们知道要时间才能够慢慢来解决制度面的问题。你老公，但是我和你几年的时间，你几年来先关起，我老看问责个个几年来讲，够好我几年。阿姨嘞，几年唔知道搞了个先关起，我不爱先啊，好啊。你们玩我不爱先啊，我不爱先，我很实。确定你们实现你的承诺，在我们环保署要。哎呀，我詹副署长哎，咱要半年了，咱不爱做呗。副署长当然也求去呗。我没爱讲啊，我讲我们这个会议场里面有很多都是环保署署长的人选。其实我们是带着没有，我们是带着希望人事稳定，然后改革稳健，然后真的大家是要来做事情的态度。完全健康。啊，你每塞在那呢？所以瓜要先得拢一直走起嚟哦。咱卖只跳样，你们有没有只跳样的？先讲那底渣。收回废旧，你讲的真正，你问阮在内部，真正拢系统在咧检查这个代志。我咧讲，市场的经验够不够？我告诉你，所以你动四分之一，我给你半年，你再做看卖咧，半年了，我们检讨讲，半年后你在制度面做了哪些变革，我要看。好啦，好啦，阿玲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我跟边讲的，四分之一好不好？四分之一，总和处理好不好？冻结四分之一，半年后要把你们制度面的检讨，要提出。这个方案对策来了，是不是我们在座所有提案要有对策，要有方案来给我们看呐、啊？金价不好走，好，金价不好走，金价我们不要走啊！金价你给我一碗，给我一碗，我都有了解这代志啊，所以今晚在处理一下，好不好？好啊，我给我过年时间，好，谢谢啊，委员们，所有提案的委员，拜托一起支持哦。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就是林淑慧委员、陈曼丽委员跟蒋弯弯委员有关于底渣工程的部分，再利用工作的部分，动四分之一。好，那合并动四分之一可以吗？好，让他们在半年内要提出相关的报告才能解冻了哈。好 ，OK。好，那因为这个议题讨论很久，所以希望有点结论吧。接下来我们再回来看，对不起哦，因为刚刚讨论到底渣去哦。那再请大家再看47好不好？47、48、49，好，是有关于。资源永续循环利用推动计划总预算是5亿2680万，然后各有陈英委员、李彦秀委员跟林静怡委员提出了简列跟冻结案是不是？啊，46我们等一下回头看，因为那是整个总的，嘿，好，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有提到说46整个总的再回来看哈，来。这个部分，陈英委员，还有李彦秀委员跟林静怡委员，
哎，行政部门要不要先说明一下？哎，四十七，也是底渣吗？四十七也是底渣吗？也含到底渣是不是？不一样，项目不一样呢。啊，那个，当然那个，立委员提到，但是希望我们，哦，立委员提到的是说我们能够做一些前面的这个资源回收，哦，减少这个废弃物的这个量，那这样当然也可以减少底渣了。其实这个是源头减量，哦，能够来减少这个底渣了。那委员是提到要减列这个2680万冻结5000万，然后那也跟委员报告了，因为我想委员还是比较关心底渣的。哦，不管是从源头啦，或是从处理啦，或是资源化产品的利用嘛，所以的话，这个跟委员办公室大概做一些报告哦。那是不是委员？但底渣洞已经刚才已经做一个决议要动这个四分之一了嘛？哦，那是不是这一件我们就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主决议来办理？是不是可以？哦，那我们加强来处理，因为洞已经刚才已经有关底渣专门已经都动了四分之一了，嘿。是。虽然是不直接是底下，因为委员还特别提到源头减量的事情啦。哦，这但是说到我想源头减量，我们怎么做？我们做个主决议啊，至于说要，不，只要同意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来写，嘿，我们就来写，嘿，嘿，好，好，来，那主决好，来，等一下，来，好好，谢谢谢谢，有处理主决议了吗？还是等一下，我们先保留。好，先保留。好，好，来来。你是要删除哈？好。好，那你要删多少？就是。2680啊。再来。你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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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4、4、7、4、8、4、9先保留好吗？好，我们等一下第二轮再来处理。4、7，刚才4、7是因为那个。前委员是提到那个底渣在利用的问题嘛？所以盖四七，盖就是好，然后4949林静怡委员，49不是4949，四九不是嘛？四九不是我，嘿，不是我了。哦，49不是你的案子啊？嘿，来来来，49是谁的案子？总队长。哦，问题啊，来49。赵委员，各位委员，那我想这一个林委员联署的这个案子哦，大概是谈到这个我们的那个垃圾的这个调度的问题哦。那我想这一个我们在整个垃圾处理的部分哦，那有几个县市啊，大概因为没有焚化炉，或是说有焚化炉的县市啊，它还没办法营运啊，那这个部分他们垃圾必须要其他的县市呢来帮忙。那今年六月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呢，啊，比如说这个啊云林跟南投的垃圾啊堆置很多的量，那当时我们的承诺在九月底呢要帮他们协调完成清理，那这个工作我想我们也如期的完成。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帮忙这个地方政府啊，如果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呢，那我们会尽量协调其他的县市呢来加以帮忙。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还会持续的来努力再继续的来进行。是，所以，你会希望林委员这边是怎么样？林委员主张冻结，你这边讲说，对啊，我其实也只有跟你冻结，就是希望你们把机制弄出来嘛。你讲说你有区域合作机制，可是就像你讲的，要搞到人家垃圾都堆到路上，然后每个县市吵架吵半天，像我们南投县吵半天，然后你们才出来协调啊？你跟我讲，没你脑困难啊？哪
啊，那困难要不要跟你讲的困难，就免处理就对啊。你哪有拄到困难再来处理？啊，拢无啊，那啊那，你无感觉困难就免处理。那个南投县和台中市的这个县市的这个行政协定哈，已经签好了，是不是？你说明一下，补充说明一下。就是针对，当然那个三万吨、四万吨都已经处理掉了哈，我知道，都是旧的，而、啊、新的就是让他们因为这是明年的事情嘛，建立一个机制。现在对，现在南投县跟这个啊台东市啊，还有跟苗栗县都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区域合作的一个契约啊，也就是说，相对的，就是说那个南投县的垃圾，然后呢，台东市跟这个苗栗县呢啊，基本上啊会帮他们做垃圾的一个处理的动作啊，那这个中间之所以会有时候会对峙，是因为有些焚化炉它毕竟要在做，每年都要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税休，那税休期间的时候呢，他自己的垃圾也没办法处理，所以要做对峙，那被协助方一样也没办法送去处理，所以这时候可能、啊、所以像你讲的说，对，这有一点是有一点循环，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啊，所以这些都很合理吗？就是这些在税休的县市，他垃圾要堆到路上不能烧，或者要被人家委托的也要不能烧，这个是很合理的事情吗？环保署，那其他的调度，你跟我说这好厉害的对吧？那这个冻结我要给你的对吧？那这是一个循环。那我想，所以为什么我跟你用冻结就是这样嘛？我的冻结是希望你们把事情解决掉嘛，我不是不让你做事情嘛。我觉得冻结是很不得已的了哈，但是就说作为一个鞭策的一个工具了哈，我想林委员，我知道你非常的用心才用冻结五分之一啊，或者希望你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为什么要提出因应的结果、因应的方式跟执行方法，我们就解冻了嘛。过去哈，之所以有四万吨、三万吨，就是遐焚化炉去烧迄个口蹄疫哈，或者你做这几款的临时的阿哥记得有个给问那个叫做禽流感口蹄疫，这两个都是很大量的肉类，油脂很多，所以修料医疗它机器能量较少，而且讲爱个修理爱修较久维护啊，所以才囤积了。那这个累积的已经处理了，那新的机制也已经签了，就让他们两个县之间直接签了。我就说那个是以前我都稳住，今麦回签做变做正式的哈。我想这个合约哦，送给林委员来了解，因为关心的南投。我怎样令到我们出力嘛？我把这雄性力我都出力嘛？啊，所以是不是这样嘛？会了，冻结啊！你告诉朱料来，会了，会了，会了，好不好？我这边我的意见是安尼啦，哈。会了，好，谢谢，好，谢谢。好，所以现在是怎么样？要冻结？冻结五分之一。好。好，所以第四十九案是冻结五分之一哈，49，嘿，那刚47跟48先保留是不是？好，李彦秀委员的还要保留，那陈颖委员的沟通好了没？还没哈，那继续保留，好。哈？好。好，那我们49是先动五分之一哈。好，那接下来是53案。53案吴坤玉委员这边是针对提升天然灾害废弃物应变处理能量设施计划8000万哈，那冻结2000万，这个部分有没有做说明的？还有陈满丽 ，OK， 那吴坤玉委员已经到了，没关系。所以，行政部门有没有说明的？来，吴坤玉委员，这53案。但这个好像是综合计划，是督察大队的事情吗？还是综合计划处的？小小，这个案是这个我们督察总队的。边在边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在负责的一个预算啊。我想哈，我们掩埋场掩埋了那么久，有一些可能分解了，有一些可能没办法分解。但是你这样把它挖起来烧，到底对焚化炉对烧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有没有好好评估过？那台北市已经烧了不少，好，从内湖掩埋场挖起来烧。那这个应该做一个系统的评估，得失利益我们都没有看到报告，那这样还在烧，到底好不好？有什么优缺点没有？到底这样烧能够符合
成本效益吗？好，那这个案子我们在今年大概十月的时候，我们就这一个垃圾场活化的计划召开了这个研讨会。那我们特别邀请内湖焚化厂来就他们在移这个内湖垃圾山的一个经验，跟他们分出来的垃圾去做这个焚化炉的处理的一个经验。那另外新北市他在金山的垃圾场也一样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也都一样请他们在做的这个工程的过程的经验呢，都有提到来这边做报告。那大概也就是在烧的过程里面，我们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计划要花8000万，那既然只是大概的一个计划，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很完善的评估再来做，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先冻结，等你的一个完善评估报告出来。因为我知道在台北市是因为它轮流三座在烧，好，不是只有内湖焚化炉在烧。烧的过程其实我们有去看过北投的焚化炉，其实问题很多，好，问题真的很多。我亲自到北投去看过，真的问题很多，好，很多的泥土什么都进去烧了。那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很不好的做法，好，除非你有很好的垃圾筛选的前处理，可能才能解决比较好，才能做出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现在不然目前这样一下子都进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现在就是说这个部分，我经过我们的研讨以后，大概就是他要烧的这个比例原来在台北是75%，那现在已经要求到85%。我想吼，大队长，安尼吼。用安尼蛤蟆蛤蟆好吼，安尼才是无好啦。我是有说，阮冻结2000万吼，啊，就麻烦你提出评估报告完整的吼，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评估报告，好出来，我再来解冻，安尼好不好？好，感谢。可以吗？冻2000万，好。那接下来是54案。之后54案、55、56、57、58、59、60、61都是有关于这个建构力能永续新世代垃圾处理计划第一期的预算5000万那各委员有简列全数简列或冻结的，那这个部分是不是？环保署要说明一下，这个案子因为是一个6年计划的第一年，然后5000万，那大家都觉得这个5000万，都用冻结，他们简列哈，他们的委员建议简列或冻结，来。好。我们稽查总队。好，那这个我们大概在。今年有提到这一个绿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哈，那我想这一个主要的目的了哈，大概就是这一个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从现在的角度就是说，我们垃圾尽量去减量，尽量去做分类。那目前还没有减下来的这个部分是要靠我们现在焚化炉的部分来焚化处理。那现在的焚化炉大概24座里面大概超过这一个15年以上的有这个14座那20年以上的有5座那这些焚化炉基本上在从国外的角度我们大概希望就是让它在这个延役，那延役的方式就是要让它的这个设备呢也能够做升级。那升级以后，我们希望这个焚化炉的本身它的这个处理效率可以提高，它的这个污染可以消减更多。另外呢，这个它的能源的转换呢也能更好。那也就是我们也朝着节能减碳的这样的方式呢来加以提升这样的设备，让这个焚化炉可以继续来处理我们这些还没有减下来的这些的垃圾的部分，来加以这一个。做处理。那这中间大概我们这6年当中主要的工作呢是要协助地方政府能够将它的这个焚化炉来做延役，而且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升级。那我想这个整个对环境来讲是有正面的一个效益。
所以这样的计划的话呢，我们也恳请我们委员会这边啊，委员呢能够来支持这样的一个预算啊。那当然，可能有些委员提到说，这个计划这个啊院还没有核定啊。那这个我们这个计划是在这个7月20号啊，大概就提到这个啊行政院。那行政院也在啊10月27号的时候呢，也将院的审查意见来回复环保署。那基本上这审查意见并没有反对的意见，只是说有些意见需要我们再做修正。那目前我们在这个计划呢，我们也积极的在做修正的动作啊。那我们啊希望这个计划呢啊能够院里赶快核定啊，可以来实施。那这样的话呢，整个我们未来啊台湾的这个垃圾处理的15年或是20年的垃圾的话呢，才可以稳定的来啊做好这个处理的工作。那所以这样的计划啊，恳请我们各位啊委员能够来支持。来啊，好，来，陈玉委员的讲法，待会回答一下好不好？那个曼丽委员，哎。谢谢主席。我想就是关于这个焚化炉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这个的标题呢讲到的是新世代垃圾处理计划，那前面的有四个字非常重要哈，绿能永续。所以绿能永续的新世代垃圾处理计划，可是我们在你的整个计划里面呢完全闻不到绿能永续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你如果是说你现在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给5000万的经费，可是事实上呢，我就发现你们常常都是把这个钱呢就是拿去做纸上的作业。那我认为是说，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可以达到一个好的一个垃圾处理的方式的话，而且跟绿能永续结合在一起的话，这个部分的预算我绝对是要把它删的哈。但是呢，我的同仁说好像删的话会让你们很难做事，所以呢我现在是用冻结的方式，但是说真的我是很想把你删掉的，所以我现在是给你冻结1/5，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对你非常的友善哈。所以我是希望在这个部分你真的是要把你的这个绿能永续这个四个字，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真正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把垃圾处理的方式跟绿能永续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是说把这个东西是切开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哈。所以我在这边先冻结1/5以上。好，那刚刚委员大概有提，大概提到的部分就是绿能的部分哦。那我们刚才谈到，我们现在的焚化炉啊，它是可以啊产生热能来发电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希望啊在研议的过程里面，它的这个啊发电的这些设备啊，以前的设备是可能20年。所以你认为焚化炉的热能发电就是绿能永续吗？这是其中的一项。那还有其他的呢？还有什么？就是一个是热能的有效利用啊，那再来就是这一个，我们刚才讲也希望啊，它能够朝节能减碳的角度来增加一些啊相关的设施啊，来就整个炉子，我想整个对环境是有正面的效益。我跟你说了哈，垃圾处理的不是只有是说拿去烧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它的前端还可以做到资源回收，还可以做厨余回收。然后呢，你前面的部分你都没有好好的去做规划，然后呢，你一下就把所有的东西，你这样子就让这个垃圾是越来越多的啊。如果是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垃圾成分分析，我想这个是我每年都会看到的哈，台北就是24座焚化厂的垃圾成分分析的资料我都看过了哈。所以呢，其实垃圾成分分析里面塑胶非常多，纸张非常多，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然后你会让我们的绿能永续这个字永远都是一个形容词。好，那个赵伟，我给陈委员补充说明一下，很钦佩陈委员呢、其实对这个环保的业务的娴熟啊，以及投入哈、长期来的这个贡献，所以你讲没错。所以我们在这个，譬如说我们村里的回收站类似这样，这是在其他的预算哈、其他的处在处理这个部分，就是回收减量再利用，这个一定要做。但是现在针对这个肖总队长所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老旧的机器要把它更新，让它比较能够有效率的来产生再生的能源。
哦，这个部分它是其中一部分，哦，不是全部啊，哦。再来就是说，当你的垃圾的成分有检验，进去的东西什么东西出来的底渣，刚刚你也注意到了，你特别提到说，哎，你那事业废弃物，事业废弃物底渣也是事业的 啊你那一般的家务是家务的垃圾，底渣的成分会不同。那底渣拿出来之后，我们再清洗之后再去作为这个基础工程的铺路。哦，这也是一种一种再生料力量的一个再利用，所以从源头的减量一直到最后的底渣的再利用，这其实都整个循环经济绿能的生活形态的一个部分。但是这笔钱的确是只有中间焚化炉的机器的提升，哦，还有那个排放的这样的一个量，还是说排放物的那个品质的加严，这些是在这里面来做。那行政先生原则核定，只是只有一些细节在改一下，所以委员们关切说啊，行政院没核定哦，这一点是个人在这边向来报告，原则上行政是已经核定，但是要再补充。但是大家说你把计划拿出来，这一点我请我们肖总队长把它拿出来做冻结，先冻结五分之一，先谢谢你，好不好？好，谢谢，好，好，谢谢，那先冻结五分之一，谢谢。所以慢，那刚刚我也提到就是。陈委员有提到，就是说补助的这个原则哈，那基本上我们也会看炉子的大小哦，那补助给他这个前置的这个规划费用，好，那规划完后呢，我们会看他的设备的大小来给予不同的补助的这个经费的比例啊，不是不就是大的就可能经费多一点，那小的就会小一点。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有刚刚谈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他能够。啊，如果它污染消减越多的话，那我们补助的比例就越高。那如果是说它的这个能源的转换能够越好的话呢，那一样也会有，等于也有加码的动作这样啊。好，来那个吴坤玉委员，动物之一是不是大对？啊，段队长哈，我请教你，咱即摆厨余哈回收以后，你去对，这出炉一对。包围就是现在厨余，主要现在的方式就是说回收厨余以后呢，那会有两个方向啊，一个是这一个去养猪啊，那一个就是去做堆肥啊，大概是这两个途径。啊，大队长，莫安尼啦，哈，都入分化炉几趴就好啦。现在整个厨余的回收哈，我们大概等于回收了10%了哈，等于我们可以讲说，原来的垃圾里面有30%的这个厨余，那我们大概回收了10%，好，那现在还有20%的部分需要再努力。那这个努力的时候，我说我们厨余没有错，你回收了10%，那这10%真的有妥善处理吗？拿去养猪的，那我想到一定到畜牧场去，好，那畜牧场基本上就会真的堆回跟厨余有办法处理所有回收的厨余吗？没有，所以现在没有嘛啊，没有其他的到哪里了？我目前是到焚化炉去啊。对啊，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建构一个新时代的这个绿能哈，我们真的要妥善考虑、妥善评估了哈。那昨天我咨询的时候也请教，到底我们焚化炉运作了这么多年？到底民众关切的事项，事实上是对他们健康的影响，我们都还没有评估过，但是这个计划就定下来，好，那这样不是很好？这样可能未来你虽然编了6年的预算，这个6年的预算搞不好几编都开不出来呢，因为民众都给你控制，所以我建议讲，真正咱贴地来检讨，哈，这5000万，咱真正唔是讲要去规划绿能安怎啦，先解决民众的烦恼。民众烦恼的是对健康的影响，你这5000万，你来针对研究，讲这20年来，咱粪扫安尼烧，对民众健康有啥物影响无？这第一个问题，一旦先回答，回答了后，你可能未来才会医生较开出来。啊，无你啊像20年前，咱要去焚化炉，民众安尼抵死抗争，我不相信你起会起来。哎，这个多谢这个吴委员吼的指导。
这个、有关健康评估的部分，咱即摆请郭义良所长加吼，一个团队来做一寡相关的环境健康的这个评估。咱希望把这个焚化炉的这个排放物哦，张亮有提醒到吼，也来列入那个计划一起来处理。第二点，你讲无唔对，要去新的焚化炉，咱嘛反对，咱大部分的民意嘛不坏吼，所以咱原则上咧本岛内底未够去新的焚化炉。好，别记，好，别记。啊，所以你们无开心的焚化炉，旧的焚化炉就爱搞维修而好。啊，这些就是这款旧的焚化炉搞维修而好，啊，无总是无法度处理这个问题，哈。所以这点请你来支持，哈。这个物件咱一定爱评估好势，无你搁维修吼，就也是会烦恼啦。是是是。所以我是感觉讲，过来就是讲咱的粪扫，就讲处理，你无了处理，啊，结果搁入焚化炉，好，这热子无好嘛，嘛较歹烧嘛。过来，咱了后你坐工去回，了后你坐工去回，咱希望对，你爱开拓起来回收资源的出路嘛。厨余的部分，除了头段中队长所讲的吼，咱这边的工具的生殖能源。好，生殖能源、再生能源部分来透过发酵来产生热气哈，这个我想这个技术就成熟哈，这个、技术就成熟，所以这个部分讲含农委会，咱在这个第三桥，这个、生殖能源的处理家，这个、处理的部分，那么希望在这个所在一定处理、啊啊，所以多角化来处理去化这些厨余的，这是熟厨余。生处于农业的哦，例如咱在讲含基点多少点，那都又另外一个事情，好不好？谢谢。好，多谢你的提醒。环境的计划出来，好，所以我想冻结好部分啦。好啦，好，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有关这个议题也讨论了一段时间哈。我们从54案，还有到61案啊、哦，是不是可以57案是林静怡委员的提案是改成主决议啊、哦？那个是不是我们冻结五分之一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那个蒋委员。好，关于这个案子、啊、我想前面很多委员也提到，基本上行政院还没有核定嘛这个计划。那虽然署长说是原则上朝核定，可是这还没有确定啊，中间还会有变数。那另外，我刚刚之前也跟肖总队长讨论过、啊，所以基本上我立场，除了说刚刚前面委员提到的很多厨余的处理哦、啊，更重要是在这个计划向下有一个，就是说这5000万第一年。其实有部分是关于包含离岛中小型焚化厂的新建等等。那昨天我也特别、就这个问题要、跟署长来请教。那原则上目前是朝向不新建为原则嘛、是吗？那澎湖的确、它这个90%，不管是这些、包括厨余纸类啦、塑胶、占了90%，基本上都是可以回收，所以我想这个方向是没有错误。所以我相信未来虽然说澎湖地方县他们要自己做评估，但我相信是不会新建，所以就这个部分、原本我是希望全数减列啊5000万，那我也跟肖总队长讲，那我也同意减列啊，就是再十分之一，就500万，另外动500万啊，我想这个部分肖总队长也是同意了，所以我想这部分是我的立场，我会坚持啊，减500，动500，动500，都在1000里面，好。其他陈颖委员还有意见？让大家讲，我才讲我的。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状况就是，你预算给了地方，然后地方你们需要做整个区域调度的一个这个调查跟这个计划嘛？那如果地方不配合的时候，我想你们的这个掌控权在哪里？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再按一下。包文大概就是这个事实上这个焚化炉或是现在现设的焚化炉，大概也是之前20年前的时候环保署来协助补助经费来协助兴建的。那后来因为兴建完后呢，我们整个产权就移转给县市政府，所以现在我们即使要协调垃圾的调度的时候呢，因为县市政府他因为他是主可以有主控权，所以我们调度上是很困难的，很艰难的、所以现在连台东也一样，我们要调度到其他县市一样都很困难。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大概也就是说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计划，一方面协助地方将焚化炉的这个园艺呢可以做一些升级的动作以外呢，我们也跟他们谈到，就是说他我们补助了以后呢他要有10%的调度权是由中央来调度。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厂以后未来都有10%让中央来调度的话呢，那我们整个全国的垃圾的一个调度的状况呢，应该就不会有这个产生这种调度的困难。哦，那这个是我们未来在这个6年里面陆续会来达成的一个任务。OK， 就是10%的调度权。好，那我就再追加一个主决议，这样好，谢谢。好，可以，我们刚讲了哈，58，那个陈议员是可以改成主决议，还是刚刚我原则？外加一个主决议，好，我们现在是54案到61案，是不是我们刚刚有蒋万安委员提到减列500万，那我们动5分之1，就是1000万，这样子嘛，统一一起，不是，因为我们这几个案一起处理，不然动好几个地方哎、欸，嘿，对啊，动，好，单一好，好减500万，然后动1/5一起，好不好？在这个整个案子，大家要解冻的条件都还是保留，大家要各自要解冻的条件都还是要按照大家的要求来达到解冻的条件，可以吗？因为这好几个案了、啊，对，比你哥还多啦哈，你刚说动500万而已哈。那，你写到动1000没有啦，你全部减列啦。就是说，如果一直减，我们这个计划就一直变少。你要保留啊？是不是 total 减500这样？对，因为 total 减500万，然后动5分之1，减500会变减1000了。那如果 total 减500，是，对，是减500，然后动1/5是1000万，是吗？这样可以。我建议就是还砍了，嘿呀、啊。建议这计划是不是就减500了？好，那动。动1/5嘛，刚刚赵委员讲都动1/5，动1/5好不好？一起啦，好不好？那各自委员所提的解冻的条件还是会列举下出，我会列举出来，好。哦，还没。好。还要保留啊？那我，那我、哦、这样一个案子会，嘿啦，谢谢。好，可不可以一起，好不好？一起处理了啦，好不好？已经，哎、欸，他的哎、欸、住。好，是不是可以就一起处理掉，好不好？因为对不起哦，我当主席，然后我还有附带决议，不是附带决议，我还有一个解冻条件还没补充说明哈。哎，因为这个案子确实是一个新案哦，而且是6年的计划，所以我想各委员都非常的关注，而且很担心到底执行面怎么样。所以也许我们下次可以来做一个专案的报告，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计划。那特别在计划里面，其实我们本席也特别关注在和美焚化厂的焚化炉的研议，需要再做评估了哈，我们认为那是一个中小型，那效能差哈，而且量也很少哈，所以是不是有研议的需要哈？另外就是包括这个澎湖焚化炉的新建评估跟新建的费用，我们都觉得我们希望是到本文委员会报告后才动资啊，好，这个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不能动资这个钱哈，这个因为它是6年计划，所以变成是未来事，那我们也没办法掌握未来的状态哈，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我在主这个解冻条件上再加这一条，好，可以吗？OK 哈，好，对，谢谢啊，不然这样一直放不好。我们现在就是减500万啊，动1/5，好，这样子可以哈，就从54案一直到61案，那57案是改成主决议，好，这样可以哈。那我们就接下来下一个，58是外加主决议。外加主决议哦，对不起，那58案陈颖委员还有外加主决议哈。那那个61案吴怡晴委员还加上那个解冻条件哦一款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是62案了哈。好，62案是李彦秀委员针对解决地区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哈，如民众抗争之垃圾区域调度紧急清理，这个6400多万减列1/10，哎不对哦，1480万，他现在人不在，我们是保留哈。
啊，他要改成主决议是吧？确定哈？哎，他注意，哦，保留哈，保留，再确认一下。好，来，接下来是63案到67案，对不起，那我们再回头了哈。我们刚刚已经，哎，到底环保署刚刚算完了，到底被动了多少，然后被减了多少？因为我们要回来看那个42案了哈，42案到46案哦，这个是你的整个总的。好，13亿的经费里面哈，啊，后刚刚好已经被删了和动了，到底动多少？赶快统计一下，动多少？1056万哈，然后减列呢？赶快算一下，对，刚是减500，减500嘛哈。好，那各位来看一下，我们42案一直到46案啊，刚刚是有在谈要动1亿啊，差不多已经动1亿了，下面已经动到1亿了。小部分啊，他48亿而已，小部分真的。补助还有那个基金嘿。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刚刚的就想说来把细目的部分删除了、冻结了、处理完之后，再回来看大项目，不然会同时动两次哈。那这个就会很，我是怕你们被冻光了，那没办法做事哈。那刚刚看下来是已经在细目上面已经动了1056万了啦哈，是不是在这个42到46就先不再冻结，还有减500万了？刚是1亿，哎，1亿，刚才是好，哦，1亿零，没有了，你刚刚是，1亿零560万，好，1亿零560啊，是，大家在这个项目上，你刚刚王玉明委员是说动一亿啦，哈啊，可是他后面被删被动的，大概已经动到1亿了。没有啊，大家的那个不一样。这个是大项啦，这是大项目啦。理由都可以，解冻条件都可以列举嘛，哈。对，解冻的要求都可以列在里头，是吗？减42，哎，一样是底渣。我的43不是了。你的43。我刚42，我可以同意。是，好，那43是。袁同志啊，动一亿啊，他们同意啊，都已经同意了，不然就要回到2亿。是，不，43是不同，是不是？对呀，就动1亿。就动1亿，你们同意是不是？好，那其他的就不再动了啦哈，42、44、45、46。已经在其他后面的项目都动，已经动1亿了哈，这也动了1亿，嘿，对啊，啊，44这边动2000啊，就合并动，就合并动1亿啊，就合在一起动1亿，并案动1亿，好不好？那就是42、43啊，不，反正42、43、44、45、46合并动1亿，可以吗？好，就动嘛。合并啊，43到46，哦，好，42是回到跟底渣那边啦，哈，好，那就43、44、45、46合并动1亿，好，这样可以哈，那我们就进行，可以哈，可以哈，我们回来做总动的，整个总预算的动，嘿，
好，那可以，我们就接下来到下面到第几案了？63案，大家请翻到资料的第八页63案，有关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陈一鸣委员这边建议减列2000万，冻结500万。这个行政部门有没有要说明？对不起，我要宣告63、64、65、66、67啊，这都是同样项目。好，来一。对不起，64案改成主决议。好，来，请那个行政部门说明。好，那个跟委员这边说明一下哈，大概63案的部分，我已经跟那个跟委员那边已经说明清楚，因为那个是原来是3000万的部分是去年。本来应该要做的那个噪音监测网哈，然后把它改成物联网，所以那部分就没有执行哈。但是物联网这边会把它配合起来做哈。那65案的部分，这个在询答的时候已经跟这个林委员这边已经报告清楚了哈，所以大概这65万我们大概一个月内会把它推出来哈。是。那66跟67的部分哈，因为这一部分大概是禁噪声明的这一块哈，大概是我们会找县市过来谈哈，所以这边我们大概应该是下个礼拜就会把县市找过来哈，大家来沟通一下哈。那有关充电设备不足的部分哈，这边我们还是会想办法来解决哈，因为这边确实是还是有些困难点要去克服的哈。那当然这个委员的一些提案，我们到后来跟委员这边沟通的结果哈，是。我是希望说通案的部分的哈，就是说通案的部分就动400万，通案动400万，通案动400万是行政部门的建议哈，希望能够通案这63到67减400万，通案冻结400万，冻不是结啊，对不起，冻400万，冻结400万，对，来，我们各委员有没有可以吗？减列500。陈委员建议减列500，有办法执行吗？报委员，这个总共才4000多万，4000多万哈，这个真的空保处在用的是就噪音的那一块，就1000万左右哈，其他是温检在用的哈，所以这边事实上是可能还是会有影响了，那影响的层面还蛮大的。可是你们在上一个年度执行就是很差嘛，你们对不对？你们剩下2000多万呢、欸？对不对？2014年度，对，4000万，你们剩了2000多万。你刚刚告诉我说，是因为没有买那个仪器嘛？对，噪音检测的仪器嘛。那问题是，就是说，为什么事先不规划好？那规划要买又不买，对不对？那我告诉你哦，这像这样子的状况，行政院他们在考核的时候，你们一定是平等，预算执行不力啊。你要买仪器要去监测噪音，结果你没有买，对不对？你这边预算就执行不力，啊，执行不力之后不只是你们的问题，现在对你现在要再申请预算，所以我才会说你2000万就够了，因为你之前你每次都膨胀啊，因为那部分是属于公共建设的部分，所以那部分大概是已经把它改过来，所以这公共建设必须要整体的计划都报，那已经报申请核准了，所以这一块应该是这样。那陈伟、蔡处长哈，从监资处现在过来空保处才接一个礼拜了哈，是不是给他一些时间？他给他时间来落实这些计划。我想刚刚我们竹密也特别说了，105年你刚刚讲的事情，在104年，在105年都不存在了。104年的确有那样的问题哈。对啊，所以105年在改，现在又新处长也给他一个机会来。那105年你们现在预算执行的情况是如何？好吧。那要确定哦，要确定你105年度预算执行，如果那可以有个弹书吗？如果你105年度预算执行也是不利的，超过怎么样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他减列哦。我列入，可以列入考核，列入考核，好不好？人事考核，好不好？列入考核，好，谢谢。所以我们就先动400万哈，好，好，63、65、66、67，我们就共同动400万。那64案是改成主决议，好，好。那接下来就是68、69，有刘建国委员跟蒋万安委员针对空气品质管理策略规划及推动，原来是60万，刘建国委员全数冻结，还有蒋委，一起动啊，一起动400万。
哎，六十五万你有意见是不是？我刚刚在讲说，一起动好，因为这同一个项目啦，好，同一个项目，所以你分别动，它很难执行啦。嘿，王玉明委员这边有意见吗？就动四百万。我刚刚各三百加起来是600,000。哪有各三？哪跟各三百？六六六七。六六六七。不是蒋老师三百跟一百吗？三百跟一百啦，所以加起来动四百啦，好不好？加起来是400。好啦，好呀，好，该。哎，对啦，人家动的更多哈，所以不要再讲话了哈。啊，接下来，来六十八、六十九哈，来六十八、六十九。哎，我们两位委员有没有意见？要一个全数冻结。六十八案的部分改主决议。哦，六十八案，要改主决议是不是？对对对对，那个建国委员是不是改主决议？对。六十八案，六十八案。对。六十九案的部分哈，这个我们就同意冻结六万块。六万块。对，是。对。好，是吗？六万块，好。好，讲来那个建国要讲话，哇。嘿呀，那怪怪呢，嘿。那个你应该跟蒋委员讲一下，是不是这六万就不要动了？这个少了金额，拜托起来。哎呀，蒋委员，这六万不要动了哈，好了，哈，改组决议了哈，嘿，嘿啦，改组决议了哈，我们请那个蒋委员，好好好，来，那接下来是七十案到七十三案，有关于温室气体减缓策略规划及推动，有杨耀委员李，杨耀委员撤案了哈，对不起。然后李彦秀委员、还有陈颖委员跟洪慈庸委员各有提出简略跟冻结。好，那请七十案，哎呦，主决议哈，哦好，改正，对不起，重新修正，七十案杨耀委员是改主决议，没有撤案，撤案了。讯息错，好像哎，主角在这里、啊。这边刚才助理来讲撤案，主角已经送上来了。好，那有主角椅，我们就用主角椅好不好？嘿，主角椅哈。啊，对不起，这基金呢、啊？哎呀，乱了，对不起哦，这是现在我们上面这边有点乱。好，那个是撤案 ，OK， 七十案是撤案。那李彦秀委员来。主席，我再确认一下，我们现在是七十一案嘛，对不对？空气品质保护跟噪音管制这一笔嘛，对不对？温室气体好，这笔预算是总经费是3000万哦。我目前我的简历大概是500万左右，冻结500万，因为我认为对于具体的温减法到底怎么做，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哦。这个预算的执行项目，包括细项怎么做，它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我建议是这一笔是不是要提出第一个主决议？我当然还是会加哦。除了预算要删减、要冻结之外，我还会加主决议，就是要提出专案报告之后，因为这个概念未来怎么推动，其实是一个完全大家还不知道你怎么去做哦。所以我第一个我主决议我会提，我需要专案报告。那另外。我坚持，我觉得这个简历的部分500万还是要删除的。那看看你们后面是要沟通还是怎么样？简历500万，你的建议是减好，对，来请行政部门来说明一下好吗？来。赵伟，各位委员好。有关李委员垂询的部分，跟李委员做简要的一个说明。我们其实温管法通过以后，我们做了四大方向的推动，包含我们先完备我们温管法相关的执法跟相关执法的推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其实跟由行政院这边来绿地呢各部会的分工，所以我们在今年的六月到九月之间，我们把各部会要推动的温室气体的减量工作做绿地，然后我们也提出了。目前已经完成各部会提出大概200项的温室气体的减量，所以这是属于各部会未来温减，包括在经济部、在工业局。那你这个到底细项，你预算是怎么去执行？是我们这个补助各单位去执行，补助经济部、工业局去执行吗？我们目前在编列的是业务费啊，我们会来执行，而不是我们跟各部会的互动，最主要还是以这个沟通协调的方式来进行。那你预算要执行什么？预算执行的部分是因为在推动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策略的分析、政策的分析。那我们一些外包出去做政策分析，是的。
去年有没有编这三千万的预算？是新预算？这是新的预算。新增预算。新增预算，那你要做几个分析？我目前一个分析大概要花多少钱？这样子，我先保留您来跟我说明清楚，你到底要做几个分析？专案分析。经费可以非常高，也可以非常少，所以你拜托你要花三千万，你就仔细告诉我，你要做几个分析，那一般行情是多少，交代清楚。好，谢谢李委员，他先主张保留了，好，再说明哈。那个陈颖委员，那个我这个案子，我后面文字先做一下修正哦。嗯，对，等一下做一下，就是其实这个整个温检哈，我觉得。台东，其实我们没有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成果。为什么？我还是要讲，我昨天已经讲了啦，就是三十几年来，我们就是那个南回哈，那个柴油列车啊，嗯，然后还有这个东部干线啊，虽然这个台北到花莲已经铁路电气化，但是这个花莲到台东啊，我们也是忍受了很久。这个罪魁祸首是谁？为什么没有改善？那是因为环保署没有定火车的这个排放量的标准，这你们要检讨嘛？所以这个删你们的预算，冻结你们预算，这个单位这次是绝对没有错的啦，署长。所以这个部分哈，那我后面这个后面这个文字修正倒数第二行哦，待环保署。参考国际最新标准，并于半年内是你们定的、啊、订定公告我国内等一下，对不起，燃这个火车铁路列车排放标准使得动之、嗯、好文字我等一下我再印给你，把文字给我们参考。好，哎，好，所以这项就是刚提到的这个71、72、73，我们先保留。洪委员有没有意见哈？我们先保留再协商，还是你有？你是3200是吧？好，好，那对不起，我刚。是不是陈颖委员的要保留？陈委员的要简略还是要保留？你是要简略？好，来，你要说明是吧？陈委员的部分是关切这个火车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已经写了一个主决议，是不是建议委员这边可以接受我们用主决议的方式来办理？办理的时程还是依照委员所指示的，就是半年内来完成。过去我们的伤害应该要有一点补偿，我们都痛那么久了，你们不痛一下下是不行的，所以你意思还是要砍呀？三，我说你们自己报个数好了，跟洪委员一样并三二两百万。那因为刚刚那个李委员他的是说要整个保留，所以。对，要再提报告。那这样，可是因为他这边也会有三，是不是？那我们就三个案，我们先协商之后商再提一个，哎，看看协商成结果要怎么。好，那就三个案先保留，然后虽然你们处理，虽然你们言意，我还是要郑重再三提醒哦，台铁他们还是执意要买花60亿，买花50亿买60辆的这个二期的环保列车。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麻烦环保署能够尽一下你们的责任。我会尽快把那个内燃机的那个排放标准，我们赶快把它定出来。好，谢谢。好，那我们71案，李彦秀委员，还有72案陈颖委员，还有73案洪慈庸委员的案子，我们先保留在一起，确定这个删减或冻结的数字。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处理74案。74案是有关噪音震动及飞鼠原子能游离辐射管制，中孔赵委员是建议全数冻结976万5千。要不要说明一下？还这部分事实上我们已经跟委员那边有报告过了，那基本上这一块事实上是就是在做噪音的部分哈，总共是1040万都是在做噪音，有976万都是做噪音的。那噪音是每一年经费一直被砍，
啊，本来是1900万，到现在只剩下900多万哈、啊嗯，所以现在大概是900多万是勉强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哈、啊。那是不是这个？因为这部分是噪音里头，就是大概只有这一笔钱哈、啊，是不是让请委员这边哈、啊，就是免你冻结哈、啊，免你冻结。那好来。谢谢蔡处长的这样说明，但是我也给委员会报告，在我们这个管考处每一次的全国性的这个市民还是县民还是我们这个民众啊，在各个网站来抱怨的事项里面，噪音是其中的和臭味是最高的两项。好、哦，噪音一般我干嘛干不干？啊，但是都会要做差的，做差。好、哦，所以噪音还是需要有一些经费来处理。啊，这笔钱就不算多了哈、哦嗯。我们希望这边蔡处长这边呢，能够积极的研议哈、哦，是不是这个部分啊、请委员呢 能够啊、就不去是免以冻结好不好？谢谢啊、哦，谢免以冻结。钟委员 ，OK 哈。谢谢。没有哈、哦，来，钟委员还没有同意来。因为我有看过，你看你们去年相关的预算、啊，因为你包括你相关的经费的噪音的部分，包括震动，我有跟你问过，你那个震动包括非原子能的一个离，对对对，其实是原子能的游离的辐射管制、啊，非属原子能的，对啊，啊，但是你们那个效益也不是很好啊。啊，你们编列的预算虽然你们跟我说明是说啊，我们去年有1000多万，我们今年减列自行减列900万，哎，啊，剩下900多万，但是相关的一个效益，因为基本上你们这些噪音哦，署长你也知道，噪音哦不是只有你们中央啊，地方分摊的经费更多了，地方编列的预算在处理噪音的更多，环保地方的各县市政府的环保局也在做了。所以我会说，你们是不是把一些的规划的东西能够提出来，我们再来讨论。好，应该、啊。可不可以动少一点？你全数冻结，他没办法执行啊。动1/5，动1/5，你来追踪他具体的工作。没有，我本来全部冻结，现在既然署长开口了啦，动1/3啦。啊。冻结1/3啦。动1/3。啊，你们提出说明报告啦。不然这个经费其实基本上是跟地方真的重复很多了。这不是补给地方的、啊？不是，这块是我们要自己做的部分，所以你大概是不是可以少动一点了？我们觉得还是一样是1/5，可以了。你这个你两个月之后你可以提书面，不然你提书面报告好了，好不好？对。解冻的时候要全部都还是要了，对。好了，你讲啊，好啊，没有这个真的，我是一直认为说，好，可以，好，谢谢。好，那再提，好，再我们74万，好，就冻结1/4。好，那我们进行75万跟76案有关水质保护。有8814万1000，有王玉明委员，两个都是王玉明委员所冻结的。来，我们要行政部门来说明一下吗？哈，好，有达成共识就说冻共识好不好？第75万是冻结300万，冻300哈。76案呢是冻500万，冻500，好，有共识哈，那个王委员。好，那接下来是77案，有关。这个水质保护的湖泊水库及河川污染防治，是由刘建国委员、吴怡晴委员所提的，简列500，动1/10，这个有没有协调？这个有协调，改主决议，改成主决议哦。好，改主决议来。那我们进行到78案、79案，有关7、8、79，这个是跟赵委报告一下，两案都是协调，就是78也是减。8.5万元，79案也是减8.5万元，减8.5万，减8.5万，好，各减嘛。那同样的案子，同样的案子，所以减一个啊，对，减一个，对不对？减一个，对不起。好，78、79案同样都是国外旅费的部分，我们就两案是并减列8.5万，是王玉明委员跟蒋万安委员 ，OK 哈？对，好，来进行第80案。
83是洪慈庸委员所提的有关大陆地区旅费，这个是要刚跟那个洪委员还没有协调好了。洪委员说要全数删减，我们是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减个50,000这样子了，因为不要全数删减，还是有需要去少一个人去就对了哈。对对，不行，他没有同意。那个那保留了哈，可没有达成共识就保留。好，先保留哈，那个83先保留。好，不告研导哈。好，来81，81跟刘建国委员这边有协调，就是冻结啊1/10，84.7万了哈。好，等一下啊，冻结1/10。对。然后呢？就是没有，就是1/10。啊，冻结1/10。哎，刘建国委员，来看一下81案是你的案子。有关水质保护啊，这个要冻结1/10，好，你同意哈？好，你要点头我才能决议。好 ，OK， 好，好，冻1/10。好，来，接下来是82案到83、84、85案。82案哈，对，跟李彦秀委员这边有达成协议，就是减列150万哈，但是呢，不要限定在06的这一个分支了，就是整个水质保护。整个水质保护是不是。整个水质保护呢，它的预算是88,141,000元，是，就是88,141,000元，在这个项下来减列150万这样子。哦、可以哈，好，那其他委员有还有王永委员跟刘建国委员。83案是冻结200万。冻200。84案也是冻结200万。冻200。哎，就一起了嘛。是不是83、84、85都动200，合计动200？是85万没有找到林委员啊、哦，没有找到林委员。对，那林委员你再沟通好不好？那个林委员的先保留一下。那个83、84就动合并动200万。是。好、哦，那82案是在水质保护的部分减列150万，好、哦、向下减列150万。好、哦、好，那85就先保留，因为林委员不在，没办法处理哈。是。好，那接下来是86案，我们剩下7分钟就可以休息。86案跟蒋万委员这边协调，就是改动20万。改动20万，好。哎，你们赶快去协调好吗？这样就好快哦。有协调了，对，好，谢谢。蒋委员要 OK 哈，好。那接下来是87、88、89、90、91，有关废弃物管理的部分也是大项。我们是不是先保留一下，然后我们先看下面的细项，再回来看整个总的，好不好？刚刚的处理方式哈。好，那我们先来看92案好吗？92案是有关这个检讨征修强化源头管理制度及资源巡回利用体系相关法令的研议业务费，由蒋万安委员减列100万。来，这个部分有没有要说明的？还是已经跟蒋委员协调好了？是刚才有跟那个委员报告了，但委员对这个案他是还是有意见，对对，不要坚持啊！来来来，蒋委员，我想这一部分哦，其实编列了440多万，的这个业务费哦，其实是主要针对一些相关法令的研议、公听会哦、业务检讨等工作。刚刚讨论哦，其实我也知道有相关执法。必须要来研议，要来研究啊。那其实我也过去参加过几次这些修法会议啊，等等。那环保署过去哦，举例来讲，比如说之前在讨论废青法啊、资源回收法两法合一的时候，也讨论了十几年，也开过很多的这些研议的会议、公听会，大大小小的会议哦。我想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更有效率、更快速的。把这些结论做出来，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开这些所有的会议啊，不断的研究等等，让所有专家学者啊等等都认为说，反正有这么多的经费，我要核销，我要办这些会议哦、啊，而不积极的来做一些研究。所以本席在这边哦、啊，主要目的哦、啊、是希望我们能够更积极的来做相关法律的研究，而不是。一直在开会啊，我想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啊要全数删啊，不愿意让你做这样的研究，而是希望给予你们一些警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开这些大小会议、研究、公听会等等，找这么多人来，可是往往没有结论，不了了之啊。所以最主要目的，我想是在这边啊，希望能够
哦，更有效率的把这些结论做出来。我想这是我们编列这笔预算最主要的目的哦。所以我在这边哦，没有全数简列了，我就简列100万。嗯，哦，希望说把这些相关会议大小会议能够更缩减，但是做起事来更有效率。那个跟委员报告哈，因为确实，因为为了因应这个废清华，因为要准备二三读嘛，所以我们有13个执法要办呐、啊嗯。所以我当时也跟委员报告说，是不是因为不要废管处啊？当时提到这个委员会的预算呐、啊，已经自己就废清这边已经掺了900，自己就掺了9，比去年少了900多万，嗯、家计已经少了3000多万了。进入委员会的时候，处长，是不是这些相关的研究其实都做过，之前也都有相关的研究。当然，你现在告诉我总共有13个执法嘛，我看了相关的办法规则，其实这些其实都可以很快啊，不需要一直拖啊。我想这些你编400多万哦，开这些大小会议，其实并没有产生经济的效益啊。我想最主要目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很积极。有效率把问题解决，做出结论，然后赶快把这些规则办法定出来。我想这才是目的啊！我们编这么多预算，让你开这么多会，找这些专家学者来，大家想说之后还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反而没有效率。我想这不是我们应该要的立场啊！我想这边最主要目的是跟处长这样报告啊！我想我在这边就简列100万啊，让你们更有效率来做事情。给我们冻结就好了，真的真的冻结100万。对了，好，江伟，因为你是法律专家哈，所以你对于这个执法还是各种法律要用多少时间去研商公听多元的意见收集，你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也骗不了你哈。我来督导，就先冻结个这个你的这个数目100万哈。如果说这个绩效没有展现出来，有浪费钱，我们就到时候就不解冻嘛哈。我想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江伟来可以来协助，因为他已经历年一直在算的，这样子好了，好吧？减50，冻50。啊，好，好了，好，好了，好，减50万，冻50万哈，好。好，那接下来是93案，黄秀欢委，来，你刚刚同一个向下85那个吗？哦，是你的意见是刚因为刚没他们还没有找到你跟你沟通，哎，哦，你在门口，哎呀，是，好，来，所以你要回到85万哈，85万，刚刚是几位委员一起动了200万。对，但是我还是要讲说制度面的问题要修正啊。如果是个案面谈，也没什么，也不用这样子动预算的手段了。但制度面就非以冻结预算的手段不可，是因为我们刚好今年啊，或者这几年来，从这个云海货轮德享台北到港泰台中号哦，然后高雄西子湾渔船等搁浅事件哦。我们都看到说这个海洋污染紧急应变计划这一个制度下，比如说这个第一时间哈、紧急的应变和处置哈、我们把第一级的污染事件都交给地方政府，可是地方政府呢钱有限，资源有限，然后呢也不是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它会让它第一时间它的污染是容易扩散出去的，所以啊也很难说在第一时间进行真正的紧急应变和处置，不管它第一级、第二级或第三级。所以我们希望说，其实整个制度都应该要检讨。那我们希望在今年的这个海洋污染管理和那个海洋放流的管制里面哦，这些钱刚刚是动200万，是不是？它总预算是多少？2424万6000，那你至少要动到400吧？400才1/6呀、啊。这个跟委员报告了哈，就是现在行政已经有核定，将来如果是船难所造成的海洋污染，是由交通部这边来整个负责。编第一级吗？交通部的话，它就是它有北中南三个航港中心嘛。所以你像金门的这一艘，不是，可是我在讲是第一级的时间，通常都责成地方政府要负责啊。像第一级，其实在前不久的这个几个台风，地方政府这边也处理得很好。其实我们没有，我记得我们委员会很多委员质询又骂，没有说怎么在那里拖啊。你像前几天的这个台东，
他有一艘渔船，那个台东环保局两天就把它处理完了、哦。那是他在能力可及，可是我记得澎湖那一条拖很久，因为小渔船跟大船不一样。那理所当然，地方政府在小渔船上它是容易处理的，可是有一些是在大的吨位大的高的，它可能地方政府就没有办法。虽然是第一级的，但是有可能也是力有未逮。像金门的那个也是第一级，但是署长也是隔天就到金门。所以比如说像应变器材啦，人员训练，我们都会找他们来，都会一起去训练。我不想说金牌姐，实在是我叶处长这已经算很内行的，对，他就领先的，在讲台北他也是立场都有采注。那你人员各行县市的、至少每个县市都有派一个人到法国这样的一个海难的救援、来做受训、所以这个事情是很丁丁的处理。所以一金门这做的、海滩上面的大概三天处理嘛、整个海面的大概一个礼拜，其实大概都是两天和六天都有缩减。我不是在说、你们署里面负责的事情了，你们署里面你在这里当然可以讲，但是呢，地方政府到底有没有这个应变紧急应变的能力？我兄姐，就是第一个人员也一起带到法国去受训，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当地的所谓的缆索、吸油索、还有几项的器具，我不要写了、这所有的器具都先环保署已经有补助钱，让他们购置在那边。所以呢，发生的水气先处理，所以要马上，大概基本上都一个钟头就会和这个署的这个地方海处理海难的，就马上联络上。啊，金门这正常也处理啊，过第一破船，第二船主破散，第三中国船。好、啊，咱就含中国的关系啊，小可有解约解约。署长，这个我都这个个案不用谈，我来讲的意思就是以这个个案为例，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呢，包括像一级以上的，大概都责成给这个交通部航港局处理，航港务公司。航港局都会觉得责成船东，因为依照我们的法规，还是船东要负起这个责任嘛。可是前提讲，船东的破散啊，伊的摆烂啊，或机架船的无的，等了你政府啊，啊，然后政府你那是一级的，地方政府个更加无能力。啊，那二级的呢，其实我们就要很多的资源进去了。但是我来讲说，其实第一时间的紧急应变是决定污染会不会扩散的关键，所以第一时间的紧急应变，地方政府有这个能力吗？好，所以我们来讲说，你制度面要不要重新设计，要不要检讨？跟委员报告哈，像金门的这一艘，它依照分级是第一级，对，但是环保署马上就用开口合约。那是因为你这一次这个个案你愿意，但我讲从总的制度面，你要去修正，说地方政府如果在几小时内不作为，中央要介入之后，德为，比如说代偿或垫偿，要可以再要钱等等啊，等进，而且阿佩安诺，还是说地方政府哪里有困难，要在几个小时内马上谁要出来整合统合，说怎么处理？因为你的应变计划制度面没有讲到这么详细，那你说你这次有处理，可是在法制面是没有这样子规定你要处理。如果遇到一个不愿意负责任的中央部门，不愿意协助地方，说要等远的事情，那这样这个事情就事情大条了嘛。你要做，但不代表别人要做，这次要做，但不代表后次要做。所以我是说，我们要从制度面里面去根本的杜绝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强制的要求中央地方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人在第一时间最紧急的黄金救援和那个污染的防治里面，就要有人去做。OK， 最多呀。林委员你说讲了，干嘛讲对一个所在的这个制度面迄个缺失？我相信咱这两三。刚好，含你来探讨吼，来了解吼，因为至少自六月到即摆吼，风台四个吼，台湾都我都讲高雄都四只船嘛。我来跟你讲，我们卫环委员会很多次委员都在咨询澎湖的、金门的嘛，所以。那一个德翔其实也是处理的蛮烂的，只是说运气好，风台无来。这个各位因为风台关系实在是足济尊者，吼，唔是干那这两三项，包括台东一只、垦丁一只，吼，所以咱就无时间的。所以国家和政府更有责任要把制度完善起来、啊。当然，所以这案都有处理。无遐歹啦，吼，拢无啦。对啦。啊，但是讲这道上爱讲咱加强对一条条文来加油加好，
我请阮水保署哦。就是讲这尔啦。哦对哦，好。啊，但是呢，医生拜托支持。冻结200跟冻结400是一样的啦。对啦，就是冻结400啦。啊，都要做手术的，做开宽，做开这。没啦，你懂。谢谢了哈。明年年中要来报告解冻200跟解冻400是一样的啦，400啦。好。不要紧啦，好啦。好了。你这图片做下来做，好，谢谢。啊，所以是要动200还是动400？是吧？啊，那一起动400。哈。哦，那83、84、85就动400，合并动400哈。好，我们已经到12:36了，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中午休息，然后下午2:30开始，还是2点？看看书。大家。署长，我们两点开始来，因为接下来还要审查后面的配合哈，两点开始，好，可以吗？好，我们就稍微提早一点点，好，来，我们现在就休息。谢谢，谢谢大家。哎，我们署里面要加强沟通的，赶快加强沟通哈。